好，来，郭昌兄，有明兄哈。好。那个国民党那个。各种招，嘿。主席来了。主席来啊！对对对对对，柯主席，柯主席。联络一下那个那个总召，还有我们的干部哈。方主任，我知道方主任。上来了，上来了。总召，好，谢谢。总召，来，谢谢。马萨路。好，来，我们现在四个党团都已经到这个会场哈，协商的会场，那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深水区逐案来做一些说明讨论那过去大家一直很努力把案子收在673案。那我们在这里特别拜托各党团，如果各部会对党团的说明大家觉得可以撤案那我们就拜托尽量撤案
那么我们今天整个我们要协商的整个程序啊，大家手上都有我们的三本的，有没有拿给他们？廖总，你看柯总招也没有啊。我们在处理这个。廖总召，你那边有没有书面资料？啊，对，保留本上啊。来，我们就开始进行。那个郭昌兄，你们那边有没有资料？好，那我们就开始啊，进行啊，我们啊最后670案的一个预算的一个协商啊。那我们现在介绍现在到场的啊，我们的几位我们部门的这个官员啊，我们行政院主计总处朱主计长啊，朱谢谢您啊。那还有预算处的李处长，好、李处长。那行政院陈秘书长陈美玲秘书长啊，还有我们原民会的移将主任委员，啊、他在楼下，好、啊，还没有审到他了啊。客委会薛主计组啊都在下面啊。陆那个中选会刘主任委员也在楼下等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场有内政部的叶部长，好、啊，阿弟都爱休蛋的，我先新行政院的呢，好、啊，好、啊，你可以在旁边观摩一下了啊。好，那我们就开始啊。啊，我们就依照啊，我们保留本啊，行政院主管啊，现在啊，他有327案啊，那么我们先从一案一案来啊，再翻到第五案第三页的第五案，那要不要宣读一下？报告主席，其实按照以前的惯例，大概都是通案先解决。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要跳过通案，然后直接进入到通案？不是通案都讲好了 啊？通案都处理过了啊，那个原则，而且通案都讲过了啊。处理过了、啊。那主决议的部分呢？主决议一定是最后面，怎么会在前面呢？可是我们有很多主决议，其实是在通案里头的。那最不、啊、主决议一定是等预算审完再审主决议啊，其实这个不会有所违背了、啊，不会了。主决议是通案的主决议还是各部会的主决议？通案的主决议啊，应该是通案主决议。我们有很多像食安的问题啊，核实的问题 主决议一起处理啦，我们最后面再一起处理啦，啊、好不好？啊、好，我们先处理预算啦、哦、反正这个到最后一定处理到。主决议嘛，好，来，
来，请保留案第一案，编号五，行政院第一目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水电费编内1376万1000元，减内300万元。好，那这一案呢？黄委员，啊，通过。就让他升，没有，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说升300万吗？哦，啊，这个不是保留吗？保留就是因为说这个是水电。啊、这个行政院这边要不要说明一下？报告院长跟各位委员好。这个保留的意思应该是说，因为水电费是一个通案的部分，除非是在全部的各机关的通案处理，那我们就一并处理，否则的话应该没有单独去删减行政院本部的这个水电费的问题。以上。这个主机长，水电费列不列为通案处理的减税比例？跟院长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用土别删减的时候呢，我们建议项目，我们建议水电费不要通案删减，所以没有嘛，没有这个没有通案呢。那因为当时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他们说希望通案审查，但是所以我们才保留，要不然的，我想那个秘书处都知道，那我们希望说他们还是要做到节能减碳，但是那时候提的这个案子，可是那个时候行政院说是要做通案删除，我们的通案里面没有这一项。对，那你们看我们水电的部分要怎么处理吗？水电不在通案之内了，不要删了。那个应该会据实以报，而且有剩余款，他就要缴库的啊。对啊，这个不会浪费，水电费是不会浪费。会浪费，像我们立法院常常冷气开得太冷了，会浪费。这个冷气把它关小一点啊。那现在开暖气才对啊，开暖气啊，啊，怎么样？对啊，像我们立法院的水龙头都有这样加节流器，我们不知道行政院有没有加。这个都要一起比照，因为水电啊，如果你有跟他删，他就会节能减碳，绝对会的。像我们好，那这个有节流器，这个秘书长能不能容你们水电会能够？他原列1376，你跟他减列300万哦，这减列的幅度是蛮大的呢。那减列76万尾数把它去掉，好不好？好。减列尾数啦，76万好了。七十六万，好了，怎么样？可以啦。报告院长、各位委员哈，跟院长、各位委员报告哈，那个我们水电会其实原来编的就不太够。以前我们还曾经动之第一备经过，那另外我们依照预算法的规定，你水电费删这个水电费以后，如果不够的话，又不能用其他的钱去留用它，那就会造成很大的困难。那当时我们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大家的委员的意思认为说，是各机关应该都是共同性，每个机关都有水电费，所以到院会去一致性的处理。那现在我们通案既然没有说水电费要删减，那自然不应该说单独就行政院来做检，这样我觉得是不太合理了哈。报告各位委员，请各位委员能够。院长，那个因为他们的那个人额比去年还少6位，我们有算过他们的人额，所以我基础上来讲，我们的精神是希望他们还是要节能减碳。如果不能够做节能减碳，我想我们还是有意见，这是第一个。那其实我们真的公务机关浪费太多的水电。我们也去行政院那边看过，他们也没有做这个节水器，也没有做，我们立法院有做，但是他们相对的就是比较浪费。好，来，秘书长。报告那个，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原额减列，这个是预算原额的部分。那事实上，院本部目前我们还有一些任务编组跟支援的同仁，所以我们现在的办公的同仁，人数其实是增加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院本部我们对于这个节电节水我们是非常严格的在执行哦。那我想在这前一段时间在媒体上你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在中午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冷气全部都是关掉的，最热的时候也都关掉。好，所以院本部在这个部分是绝对身体力行哦，在做这个示范的作用，我们不会有这种所谓浪费的情形，所以希望能够委员能够支持我们这个编列，已经是最已经是一个
极限的啦，哈，这是我们节水必须要支的一个支出，哎，以上。好，来李委员。院长，各位先进哦，我跟院长报告一下了哈，在我们内政委员会审查的时候，我们当初是有关特别费、有关文康费用跟有关水电费都做保留哈，因为过去的习惯，这个部分都是通案处理，所以我们这个部分都没有处理。那现在有的列出来，我看了一下啊，很多关于这个方面的相关案子，那会变成有一个情形，就是有的部分有写到，有的部分没有写到，好，那变成说，哎，有写到就被删除，没有写到就没有，好，所以这个会不会造成形式上的不公平？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其实行政院的水电费哈，这个水电费本来在预算科目里面就不能留用嘛，那跟它的预算原额哈，那实际原额其实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啦。所以水电费的部分哈，我们一般都是比较希望哈，让这个行政机关它可以自己哈节能减碳自己去处理。那反正它即使有多余的，它还是要缴付嘛。好，所以水电费的部分我们通常都不要求了。对了，这水电费是基本民生嘛。我常常去行政院开会啦，那电费拢进暗暝摸哈，我常常说哎，怎么搞得这样哈？他太节省了。那当然这个水电这个主意出那时候。分类的时候都很抠了吧，所以我今天我认为哈，不要再为了这什么要删多少，那首先给他招一下就好了，这个不可能，用最简单的机嘛。院长，我想很简单了、啊，永和要你买爱缴付啊。你请行政院先说明，他们有没有对自来水做节水的节水器的装置？你请他们先说明。我有去看过，有没有做节水的？有啊，我们的那个抽水马桶那个都有做那个。自来水的水龙头通通都没做。有，我们是那种喷射式的，嘿，是那种。他老做的，对啦。比较哈，跟我们立法院的是不一样。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自来水，我们都有做节水的功能。那个、不要我们都有很多的来，主计长。那个报告，因为我们那个像那个中午的休息时间，晚上。一到下班的时间，我们那个灯啊就通通关起来了。那个前两天，我们秘书长还上下楼梯踩空了，跌了一跤了呢。好，来来，这案子我们照例就好了。好，不要说那还有条时间，我知啦，但是之前陈学圣委员还质疑总统府说冷气开得太热不够强，那你现在行政院如果再砍下去，对啊，这他们到时候又抱怨。这黄委员，这不加急哦，而且水电费没有依，我们就照例了，好不好？哦，反正这个也不加密，好了，这个。你这项欠着，那项欠着，就欠着。没啊，反正我们一定要到240亿啊，这个哦，这个顶点一定会的啊。这样子啦。嘿，老来。你在讲我是会使，但是你要求相对要求行政院必须要做相对的一些节能减碳。好。例如他说，晚上几点的时候采空？好，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装自动的那个跳电的，哦，有道理。好，他只要他走到那，他自己会开，好，那就没有问题了嘛。好，他本来就这样的。那行政要承诺了，我们照例，但是相关的节水计划哦，你们要去规划了。来那个廖总召，讲了好不好？要讲有600多个，现在讲一个讲这么久，一定要讲，一定要讲，你不要限制，我已经把你减量减到。大家都黄黑的那个数量，你不要给我减。那个，我觉得这个案哈，很有一个象征的一个作用，就是说要让大家节水节电了啊，节水节电。所以如果连76万的一点点，我刚刚算了0.05%了，0.05%，哎，你们都不愿意砍，那用主决议的方式让行政院做一个。整个行政体系的龙头要带头做节水节电，用主决议来表达，我们也我可以，我倒我可以。好了，好了哦，好，用主决议，那照例了，那请行政院做一个主决议，要怎么样节能减碳，就是要怎么样来节能省电呢？哦，做一些宣告了，哦，因为毕竟龙头老大了，好，可以了哦，好，那这个就。为了这照例，然后等一下主决议还要我们通过，要写到我们通过为止啊！你这个没有照，不可以，预算先给他，就随便写。啊，好，不会随便写。好，那这个案子先保留，好，保留哈，保留照例，但是请行政院写一个节能
减碳的主决议了啊、哦。好，来，再来下一案，七案，保留案第七案，第一目一般行政特别会编列476万8000元，删减20%。第十案跟前面案相同性质，第十案要求特别会编列476万8000元，删除208万3000元。第几案、啊？就是第七跟第十啦，这两案。怎么样？这要不要特别会的部分要跟人家删掉吗？啊，我们就照例吧。好的，王委员，苏局长讲一下。哎，这个我这边的提案哈，主要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年金改革这个议题哈，那这个政务委员哈，他在体制内他不讲，体制外呢上媒体呢频频放炮，然后呢又去污蔑这些人说这个缴的少少领的饱饱，然后这些的发言其实都是引发社会上的对立跟不必要、哦、那所以呢有关这个部分呢、哦、我们删的是行政院的这个业务费特别费这个部分呢、哦、我是酌删了，也没删多少了，我想这个还好了。各部委首长的特别会哈，事实上都不多了。然后过去哈，特别都不删了，从来都不删了，都没有删，没有删。特别会删没有成功过了，有提案都没有成功过了。好，来那个主计长，不应该删了。我认为特别会，特别会从这里开始谈哈，我们特别会不要再处理了。来，我们请那个公案统不删了，都有事都。国外的那个外宾来，有时候做一些那个礼品的那个之类的，所以说如果删的话会影响很大的。谢谢。买啦，特别会卖台啦，买啦，卖港台，特别会很奇怪，我们杀人家的特别会。好，来，这里还有一案哈、哦。马家，那廖国栋，然后。那第七跟第十是同一个科目了哈、哦，这个第七，这个删减的额度比较高，所以我们可以不处理它、哦、我们党团同意不处理它。好，那就第十案一定要处理，一定要处理。第七照例了啊、哦，第七就照例了、哦、为了要让不这个啊，第十是怎样？第七我们可以撤了。好，撤案，你要照例也可以啊，那就把撤案了，撤案了，不是啦，撤案了。那我现在讲的是第十案，然后因为第十案好撤案、一样的。这个没有撤啊、哦，我们要撤。第七啦，七啦。第三撤了啊，第十案不撤了、啊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要让我们所有的官员，哦，行政院的官员要谨言慎行，不要像我刚刚苏局长所讲的，你应该是稳定行政院，而不是到处放火点火，而烧得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所以这个是，意见不一样也不能用那种比较偏激或者是比较激烈，是刺激对方的话来推动你的政策啊，不然这个留下来表决了。好 ，OK。等一下，好，只要处理的话，还有一个第十一案一起谈一谈，好不好？十一案这边没有、啊。第十一案哈。没有十一案。你们把它拿来冻结的，这边要删，这边要删百分，你这边要删多少？删二分之一是吧？哪个？你第十案删多少？二分之一啦，二分之一。你还有一个冻结案呢、啊，冻结20%。啊，冻结通过吗？冻结现在就要一起谈啊。不，我们是第十案呢、啊，现在讲第七。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个冻结案，这里要一起谈啊。我第七我已经放掉了。第七我已经放掉，我们就谈第十的。我知道，有第七，有第十，有十一案。没有十一案了、啊。十一案是我现在说到旁边去，因为是冻结案，所以说。已经同意了嘛，对不对？没有。那我们不同意，我们不同意，是你们不同意的。对啊，所以在这一起谈啊，在这一起谈、啊。我现在问你啊，你到底要冻结20%，还是要删减50%？你要先弄，要选择一案嘛。好了，冻结20%，我可以了。那就是第十案。冻结20%，这个就撤案。第十案也冻结20%，改冻结是吧？一案就冲。一哦，改冻结。也切案了哈，我叫大家听一下，又第七案已经撤案了，对。
还有个第十案的。对啊，十案他现在第十案被删减50%啊。啊，他对公呢改八冻结20，冻结二十是11案了、啊。对，他现在可以改冻。如果冻结20那一案成案的话，这边三组就撤案。好好来，我等一下，一样一样来。好，来，好，先撤好不好？冻结20那一个成案，这个撤案。不是，这个撤了，冻结20%表决案嘛。不是啦，那就这样了。柯总，这个特别会有，首长特别会要怎么去？柯总是这样，不要改冻结。没有啊，一秒来说明哈。特别会从动员再说明，要说特别没有多少钱，100多万来怎么说明呢、啊？你开以后你就去要说明，要有意义的说明啊。不是，柯总，我跟你讲，他根本还没用，你要怎么他说明？用用说了，他该说明的。第十一案呢，原来是我们的案，是冻结没错。对。但是。我们本来要撤回来，听说刚才已经被宣读完了。啊，宣读已经宣读完了，所以我们那个案子没了，所以就没了。哦、但是所以我要坚持这个案，我要坚持第十个案。对对对。哪一个宣读过了？那个第十一案那个是怎么样？第十一案没有了。好，再确认一下吧。第十一案，对啊，就是没了嘛。第十一案是拿下来保留。OK， 十一案已经没了。院长，拿下来保留了。院长来保留了。院长，确认一下好不好？确认一下。确认，对了，确认一下了。确认。那个院长拿下来保留啊！不是，我们等一下被民进党党团拿下来保留。我们集中一点谈好不好？有三个人有三个不同的意见了。先国民党先整合一下好不好？好，一个特别会，院长、会长以及秘书长特别成总共才400多万啊！不要再讲了，我们就支持冻结的，支持冻结的部分啊。院长，冻结。等一下，我先讲完。院长，那时候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当我们的经济怎么样，或者我们的财政有问题的时候，你们去调案出来，所有的部会首长、院长的特别会是通案删除，列入通案。有，你马上调资料出来。有，我确定。我跟你讲，我刚确定的。历史上只有一年而已的，那是国民党自己同意的。大家讲有没有哦？大家都同意了。你啊，有删除。100年出现一次啊。通案删除，我觉得我讲话负责的。你因为当时我们也是这样做，而且我们都同意，所以当时我们在内政委员会的时候，我们把它列通案，也就是所有的部会首长跟院长，那个时候也是通案删除，经过立法院通案删除的，我们也支持哦，我们并没有不支持。那今天有这个状况，为什么我们不能支持？你把当时的案子拉出来，我保证，你看柯总召现在已经承认说至少有一年。我知道，那我要说明一下，100年来只睡一次，啊、哦，这样我那为什么呢？那一年经济不好，陈忠自己说要3/4，说以后特别偏劣，全部删下来，所以这个就到以前的删下来，一路删下来的，所以啊、哦，不要在这个计较，三个首长只有400多万了、啊，还有什么好删？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再谈这些好不好？然后为这个事情，刚为水电76万谈了这么久，这个傻还傻一点。600多万怎么谈啊？我谈核心思想好不好？102年，它是3%/25%，是所有的部会的。对啊，通删呢、啊，还通删25是只有那一次的，哎啦，25还通删，那也是你们在野党逼的。对啊，那我们现在在野党，我们监督有什么不对了？不是，那时候是陈忠拿刀子自己割的啊！哎、他怎么可能无缘无故被拿刀子割了？你去问他，哪天问他了？柯总召就是这样，像前头人寿这样，一个，我们现在国民党团这边坚持，一个就是通过冻结20%，就直接通过，就不用跑了。没有，对，你讲的11案，对，11案，那10案撤掉了，对，通过冻结案20%，其他就撤掉。啊，你，我跟你讲，当然表决的时候我问了。啊，如果要表决不行，如果是表决，我们10案不会撤；如果要表决，那10案就是保留。你一个案子要只能写一下你一种态度，你要哪一种？你到底你他妈抬是冻结冻结？我讲两个情况嘛，你如果同意冻结，就冻结20%嘛，就这样。啊、那如果不同意要表决的话，就是第十案删除那11案就撤除了，11案就撤也没有要撤除，就一起表决。同意宴特别会的事情，怎么会有两种态度呢？西方一般标杆能败了。丢啊！啊，没了，拜托了。要到底要冻结还是要删除？要讲清楚啊！都没有特别会，都没有删，过去都这样。那一年是。用新的标准，所以全部降下来，
现在索赔人的特别会都是新的标准。来了，我们这个特别会哈，都来他给你啊。哎啦啊，哎啦，我们就撤案啦，怎么样？啊，留案啦，你留案就好了。我想当时好吧，不然你要留哪一案？要留哪一案？没有撤案，没有撤案。好，那我们这案，第十案先保留了。啊，当时第七案撤案，第十案保留了，再来。第几案撤案？第七案撤案，第十案保留啊。好，第七案撤案，第十案保留。啊，来后面的保留案第十二案。十二案来。第一目一般行政，编列退休职人员三节慰问金150万元，前述减列。保留案第十三案，一样是退休金，提出删除月退金在25000元以上的退休公务员、退休教师及退休政务人员，保留25000元以下公有技工职员三节慰问金。先走。三节慰问金已处理好了，不是他三节慰问金，我看是列为表决事项就好了。好，那第十二、十三这个会跟时代力量党团的会，哈、哦，会有一些竞合。最后要讨论。李委员。三节问金现在有通案，就是通案要处理要表决那个数字的问题。嘛，一半是。三节问金哈，嗯嗯，三节问金也许哈、哦，我们很清楚知道时代力量态度吧？那公每党的态度不一样，那都用。表决处理、发言处理就好了，好吧？所有申请问题，因为有25000的那个门槛呐、啊嗯，那一天谈了好久了。那好来，那边保留就不要再谈了，我们要保留就这样再聽。因为这个是李委员跟赵委员的案子，当然就尊重他们。好 好, 好，你怎么样？好，撤掉。好 ，OK， 好来撤案。因为通案还没等，没有不通案。那十二案撤案，十三案撤案，哈，通案再来处理啊，好吧？通案处理，好来，五十三，提案五十三，主决议，主决议内容请看最下，复兴航空解散以后，第一时间行政院未能做出良善的研拟方案，反对了，反对了，显见行政院长林前事务人，别买个什么了，撤案了，行政院取取一念，往后能够积极处理突发状况，撤案。五十三，撤案了，怎么样？撤案，这个没有意义啦，这个没意义啊。民间公，你看一下五十三，五十三啊。哎呀啦，胡局长，你这个谴责什么啊？这个有这个民间公司发生问题要谴责行政长，啊，那差不多了，让他改过去哦，他也解散了，撤案了哈，好不好？你看一下，你看另外一边啊，这有什么困难呢？行政单位有什么困难呢？怎样？这也是行政的一部分啊，或者说全部都民。我想这个不能讲说是民间的团、啊、民间的公司啦，因为这个影响的层面真的非常。来，秘书长，嘿，你要按，好。这三那个。廖总召所提的三个案子，我们事前都跟廖总召沟通过了，那也做了文字的修正，总召也签名了，所以是不是这三案修正过了吗？对，修正的文吗？对。哦，这那很好啊。对，所以那个文在哪里？文应该有。照修正文字好了。好，照修正文字通过了，好不好？好不好？三个案文字没看到啊。有，你有签名了啊。是这个吗？其实根本这种不应该提的，民间公司的事情拿来自己干什么？还要行政院谴责行政院，还有什么？现在还修正什么文字？那涉及到什么民间公司？那涉及到多少要返乡的？那个很重要。全台湾多少民间公上市贵公司他自己倒闭的事情，还要谴责行政院长？这个到底你立法院在干什么？我们立法院哎，可以吗？能议吗？好，公司也解散掉了，照修正文字通过了啊。那三个应该全部撤啊！这个行政有看过那个文字啊，稍就是修正文字通过。柯总要不要撤？不是你讲啦，那协商嘛，就是协商。我跟你讲道理，不能有气啊，那个道理有气的道理就不成道理。来，好，这个三院长这个部分哈，确实他们有来跟我沟通，好，来不及会诊了。
来不及会诊，所以这个案又出来了。事实上我已经好，这样这样了，好，不是撤，不是他修正了，修正文字的，修正啊，行政院他要他同意就好了，行政同意就好。那54来，院长能不能把冷气关小一点？真的好冷啊。啊，开暖气才对啊，冷气还要关大还是关小？关小，关小，再关小一点。好，来，冷气再关小一点。哎，立法院改送风就好了。哎，那我们这个节能减碳的哦，来54。五十四案一地一修，好，还有54，还有60，好。总之你乱签，你会完蛋哦。好，53、54，修正了哦，修正。来看看，修正文字在哪里？还有60，等一下，有修正文字要画下来嘛？同意以后，我不一定同意啊。今天我们随便让步怎么可以？明天公司还要我们还道歉，没有道歉还要磕头，哪有这回事情的？今天要验起来啊！你不同意，我们就表决也可以啊。我们再看一下文字到底是什么文字啊？你先夸着，你先夸着。你要拿画下来看啊！你那个文字可以来给柯总召看一下。哎，啊，53、54、60这三案都是算是修正文字了啊，然后我们行政院主管督促劳动部啊，负起前责，这怎么可以同意啊？负什么前责？做好宣导及各项措施。片套，这民间和我们什么关系啊？哎，柯总召，你跟以前在审预算很不一样哦，完全两个样哦。那真正无相像呢，哦，无啦，他以前哦的态势跟现在差太多了。以前都是批评行政部门的啦。我是讲不讲道理啊？这捍卫执政党尊严是一定要的。尊严，做不好的事情要。不能你们乱逼乱搞。这个就是。对，严重这是什么事情？你要演绎就好，你要演绎啊，你真的要演绎啊。好了，好。那柯总召说可以，那我们53、54、60修正文字通过来。拜托，没有。第88案。提案88案。啊，你们全部在弄机关哦！我跟你讲，针对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在日本没有获得国际社会或国际组织的明确认可前，我政府会派遣海巡船舰保护我渔船之合法作业，并坚定日本福岛等五县市有辐射之渔食品不得进口及猪肉、瘦肉精等零检出的立场，绝不会退让，以确保国人食品安全、渔民权益与国家整体利益。这是主决议了啊，没关系了，我们既然就照顺序处理了啊，那这个怎么样撤案呢、啊？报告主席，还是要表报告主席，亲民党有一件事情要抗议，就是说我们也有提一个主决议哦。事实上呢，行政院单位都同意了，今天早上民进党党团把它拉下来，我们觉得不知道民进党团为什么要对亲民党的案子拉下来，所以我们的案子并没有在这一本里头，所以是不是请民进党团说明一下？有你的在哪里？亲民党团已经有提一个案子，行政院是通过的，对。但是民进党团今天早上把它突然拉下来，所以呢，在我们这一本案子里头看不到亲民党的党团的案子。我们希望由民进党党团来说明一下，为什么行政院都愿意通过了，然后还要把我们拉下来在这边协商，谢谢。好，来，同一个，我们并没有撤案啊，我们是说，你们看。对，修正一些文字，你们看一下文字好不好？我们没有看到。亲民党团，你们手上我们亲民党团也没有把这个案子送给大家。亲民党团的案子是说，日本福岛、茨城、立木、千叶还有群马等核灾区食品，于目前尚未准许进口前，市面上其实已经连爆了数十万件。这显示行政院食品安全办公室跟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目前尚没有能力来管控边境查验，全数破功。为了免除国人食安风险疑虑，
避免日后因为辐射食品流入台湾，造成市场跟消费者的恐慌，行政院不可以再行研议开放日本福岛、茨城、立木、千叶以及群马等核灾区食品的进口事宜。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不明白？我们大家依然还记得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当时国民党、民进党执政的各县市政府，包括立法院的立法委员，都是如何对待国民党团，还有怎么样告诉我们大家说，如果你进口的话，就是屠杀2300万人民，你们这样的立场。我不知道亲民党团我们提的这个立场跟你们的以前的立场有什么差别。所以如果站在2300万人民的食安和安的问题上面的话，我觉得根本就不应该讨论这件事情，好吧？我希望在座的各党团能够支持，尤其是时代力量的朋友们，谢谢。好，来，来，现在是不是有88和77两个案子？到8877，好，来，哎，那个行政院表示态度一下。行政院这边先讲88案的，有关高金委员的那个提案，我们当天我们有跟委员协商，是希望现在大家看到的有一个杠掉那个文字，是我们希望增加的。如果增加了这一句话，在社会健全食品安全管理机制之前，行政院不得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觉得这样的内容我们是可以修正文字啊。我想请问一下，你说在社会健全食品安全，社会是什么意思？我们食品安全不就是我们各部会，尤其是食安办公室里面应该要去负责解决的问题吗？可是呢，我们开了几场公听会，其实不是在场的民众哦，我们有非常多的团体都认为你们根本没有能力，所以我们就说，在你们没有能力之前，我们是不是就先不要进口，你免得社会觉得是在动荡不安嘛。所以是不是能够就接受亲民党团的提案，在我们根本还没有完成的时候，这个部分不要进口，好不好？谢谢。国民党也有一个案子嘛，好、哦。那个行政院怎么样？就说我想我们的态度上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健全食品安全的管制的机制，在这个机制没有建制完成之前，我们是不得进口，这样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好，那就修正文字。反正这两个文字，这两个案子哈，在议会常常在表决处理啊，那个表决案就好了。好了，你这个高进委员，我认为。抱歉，我认为你太笼统了。例如我们亲民党团也有提一个案子，就是原能会的，原能会在这个立场上面根本没有发言过，原能会在这个食安的问题上面，他们是检测这个，他们也都说他们没有能力。这个，所以院长，如果我没有关系，今天如果民进党团你说要进去表决，政治责任你们要负责，但是亲民党团我们是坚持这件事情是不可以进口的，因为我事实上每一场的公听会我都在现场，而且我们都是非常理性的探讨。在场有非常多的民间团体，包括任何一个人都说政府你是没有能力的。所以今天行政院说，你说你们行政院要处理，请问一下哪几个单位要处理？你要说明嘛，你的文字。既然你的文字太笼统了，我们没办法接受，好不好？谢谢。这里好，为了好，高金委员，这个行政院只是希望说，在健全食品安全管理机制之前。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啊，你还没有健全，你就不要进口嘛。你健全了，还是要演客观嘛。所以你，但是你现在，院长，我可不可以提一下健全食品管理机制，请他说清楚、讲明白哪几个单位、哪几个人要负责？不是只有食品办公、食品安全办公室。我们现在清楚知道，要进口这个东西，只有食品卫生。那个食品安全办公室里头的人在处理哦，那各部会并没有被整合哦。例如我讲原能会在说这次所有的食品安全办公室核能的，他在现场没有立场，他也没有发言。好，所以我就不明白，所以请行政单位来说一下。你这个那个秘书长要不要再补充？
好，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行政院的实案办公室当时候也是朝野的立委希望能够建成立的一个单位哦。嗯。那我们现在已经纳入行政院的内部的一个单位，那他是来负责这个协调我们各部会的相关的一个业务，而跟这个实案有关的，其实有我们的卫福部、食药署哈，有农委会，也有原能会，都在这个里面。好，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跨部会的，那食安办就是负责这个协调工作，不是只有食安办的同仁在做这件事情，而是他负责协调，部会都有他的一个权责，我们会一起去统合。我们了解，但是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每一次上电视上去政策说明的是我们农委会的那个副主委，请问一下，农委会的副主委每一次在电视上讲食安，尤其是核安的问题，他是什么立场？我们负责核能的原能会，你的立场在哪里？我从来都没有听到原能会或者是我们的食药署针对这个部分来说明。我们每一次的公听会全部都是由我们的农委会副主委，我不明白。这个，好，我们今天哦，只有一天的时间要处理600多案哦，能沟通我们尽量沟通，不能沟通的话哦，我们就要先保留，否则我们这样不是在总质询，也不是在院委员会质询，这个会没完没了啦哦。就是说啊，行政院修正这样的文字，而且说明它的机制有哪几个部会，好，那高金委员觉得啊，他这个主决议的一个修正文字修正接受，那我们当然就让它通过，那如果没有办法接受，当然就是表决嘛啊、哦、那不知道高金委员的意见怎么样。我当然同意主席这样了，我们就已经充分表达了哈。那亲民党这边部分就是说，如果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这个文字的话，那我们就进去了解，就是修正文字不要了，我们不同意这样的修正文字，太笼统，保留好不好？好，就保留77案。我不知道国民党团，谢谢。啊，那个88案呢？我想88案，我非常坚持，这是本席所。好，那我们就保留了哈，好不好？因为我想院长，你都没有让民进党表示意见。啊，可以啊，表示意见。没有，这个案子涉及到上个礼拜我们在我们的渔船在那个冲之鸟礁的附近，结果我们的行政院跟海巡署居然叫他们要离开。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让我们所有在移民的保护上，我想我们是非常有意见。好，所以这个案子当时我就提了。好，那民进党又没反对，你为什么要跟我保留？你就让他通过啊？民进党没有反对啊。妈，民进党有没有反对？来，没有反对、啊，没有表示来啊。我没有听到他反对啊，我觉得柯建铭是支持我的啊。来，那个院长。有关88案哦，冲之鸟礁到底有没有经济海域的问题，现在本来就是一个国际间争议的法案。那我们的海巡署要求我们的渔船避免冲突，劝他们离开，这是在各国的海巡单位都非常正常的状况。难道我们海巡署要鼓励我们的渔船？那冲尾，他冲尾，哦，所以这个莫名其妙的提案。我想这个不是莫名其妙的提案哈，哎，那个院长，我觉得这个很离谱。我这里有那个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渔船紧急通报单，这个单子上面就是106年11月11号晚上6:30，然后远洋渔业署，那里面怎么写？106年1月11号6:30接获外交部的联系，我们有3到4艘的渔船。在冲之鸟礁的海域作业，日本海上保安厅即将前往执法，所以请求我们的渔船要离开。哎，这是什么国家？这是什么政府啊？我们哈，那个来廖总召啊，我非常尊敬俊立哈的专业了哈。嗯。不过刚才的发言，我觉得不宜。我们的海巡署怎么可能会叫我们的渔船说冲啊冲啊冲啊，不可能的东西，不是。所以你的用语不是要这样子讲啊、哦？你说冲之鸟礁是不是什么经济海域还没有定论？没有说没有定论，它就是公家，大家都可以使用，大家都可以使用啊、哦。所以我们的国家的立场应该是保护我们的渔民，
让他在那个地方，在这个渔场啊，好，抓鱼。那我们钓鱼冲冲不是啦，没啦，不要。你用用鱼唔钓啦，你用鱼唔钓啦。好，因为我们一个案子都要十分钟哦。我讲一下。这个，好来，好来，那个柯总召，然后王委员讲完，假如民进党有不同意见，我们会提出对案来表决，那就这样就过去，不是一个案子在那边讨论的，一个上回讨论不完。我们还有673案要怎么弄？那怎么那样损败损的给没可能嘛？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讨论嘛？来，因为这个是关键的哈，因为刚发生的事情。我们拿对案这样好不好？好了，这一个案子我觉得是关键，而且民意大家去看看民意，大家都觉得这个新政府在捍卫我们这个渔民的渔权，其实是太软弱。为什么日本讲一句话，我们就不敢吭声，而且就退，而且是叫我们自己人退？这完全没有站在渔民的立场。我们是立法院，我们是民意代表，我们当然站在渔民的立场，我们必须积极去捍卫他们的权益。所以这样的一个提案，我觉得有它的合理性。好，那我们就考虑，因为哈，捍卫大家都一样的立场，但文字显现不一样，我们再让对岸表。我们这样子了哈，对岸就好了吧？因为我们明天早上有一个上午是。政党可以发表言论啊、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在这里啊、有这么多的官员在这，我们如果有一点大家觉得意见不是非常的配合，我们就先保留了，好、好，好不好？那这保留。那113，113是原住民族委员会，提案内容派员出国计划编列。101万元，全数删除。那个，那个有通山的嘛？那是有通山，这个要通山处理就好了。照通山处理了啊。这案已经改成那个5%，有一个通山处理案了啊。好，那一通山处理了啊。这案撤案一通山处理了啊。不是啊，改主决议了，我已经改了主决议了。什么？这是提案呢？这预算案呢？啊，所以这个是撤案哦。对。好，那好，这个是撤案。好，那主席我们再来处理这个113撤案。好，来122。客委会。客委会。122提案。客家委员会啊。啊，这也是特别会的问题。撤案了、啊。撤案了啊、哦！特别会就撤案了啊、哦！好。同意撤案了。撤案了，撤案了。啊，您签过来了。好，那190，同意撤案，不是按那点，好不好？我们俩同意撤案就好了。190的撤案嘛，哈。好，客委会的。修正，修正。文字修正，好，文字修正。啊，客委会有没有人在？那啊，你们是客委会。好，那他这个文字修正就照修正文字就好了。好，文字修正。他修正是要来报告，他把报来报告那个划掉，前面那个当作一个，那个划掉嘛。把190案呢？190就是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客语复苏啊，传承与发扬客家语言及文化，办理什么、这个嘛？他是这样的哈。他这整篇的文章这么长啊，哈，对，他报告后同意才动支的，他把报告然后同意动支划掉了，OK， 好，那文字修正后通过了啊、文字修正就好了，好不好？好，文字修正后通过，好，来，再来191中选会，这个你们的单位结束，你们就可以离开了啊。脱离现场了，嘿，脱离现场。我你哦，我快掉一个三只哈。脱困，脱困了。啊？客委会第二会八点昨天撤案的。啊？第二会撤案，好。一撤案啊？191。191，撤了，好。啊。191啊。那个啊，那个191啊，191中选会。191啊，来来来。各位各位委员，这个中191可不可以让我说明，这个兼职费它是因为中选会在地方不设专职人员，由兼职人员担任，这个兼职费用很低啊，就所有的那个人事、政风、主计的所有人员全部都是兼任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就是是一种节省经费的一个做法啦，啊，所以这没有办法删了。这个徐委员很坚持，所以这个要保留。徐委员很坚持，因为他也不让我们说明啊。不是，这个是制度啊，来来，制度啊，不是这个是这个如果是地，因为我们当过县市首长，中选会跟地方的选委会大概都是兼职的，没有很少专职的，因为平常没有事做啊，所以你这个人事会再跟他删掉的话，那恐怕会很麻烦哦。好，好，那我们先保留，好，先保留了哈。好，我们先保留1191，先保留，但是很重要，我们知道了。对，这个没有办法删的，这个删的我删的没有办法运作啊。真的，这没有办法运作，他这个廖总召是要跟徐委员打个电话，尊重一下，再撤案了。好，好不好？好，这个真的，总召这个哈，这个中选会你把他撤案会有问题，嘿，好。那203案，大陆委员会，这我们先撤吧，撤了不要念了，好不好？撤，203撤，你哪个案子？204、205也撤，撤，哦，阿萨里啦，205也撤，然后现在207是陆委会。撤了，130万元，删减30万元，对，啊，这也撤嘛，哦，这特别会的问题，哈，191撤，好，191撤，有191中选会刚才那个撤了哦，好，现在到207特别会，我看这个也撤了啦，他已经讲了，啊，好，207撤啊，先录过了。好，来2023，这个223是我的案子，这一案一定要保留，因为之前陆委会有陆续一些案子，其实我都撤了，这一案是我坚持要保留下来，因为主要是我们现在看到两岸的关系哦，事实上是呈现一个冻结的状态，1500万，所以他的企划业务也企划不出什么东西了。念表决案好了。到目前为止，其实那个主委也没提出，他说他要提出新论述、新方向，什么新的都没有，也企划不出成果，所以这一案一定要保留。好，保留。2023保留，然后224撤。你223保留，224都一样的，那干脆就撤了。可以啦，哈，保留一个来处理啦，啊，这个撤了啦。你们两个不要吵架好不好？撤。224撤，啊，223保留，230。提案23，230案，大陆委员会经济业务编列加强对经贸团体联系沟通及协助业务会编列406万，都是业务会来。删减50%，冻结30%。好，230，并网域名单一案好不好？不，就230啊。对啊，也是 A 会用嘛？不是啦，230是经济业务，可二经济业务加强对经贸团体联系沟通及协助。陈一鸣啊。对啊，230案呐，230。惠宏泰跟嘿惠宏泰，这个要保留吗？好，保留。那这个并一案吗？没，不一样的，就230啦。两个并一案嘛。那232就撤了哦。好。那你看嘛，你看两个，你要删哪一个啊？惠宏泰。好，那232撤。232的撤，240。大陆委员会提案240案，大陆委员会第四目法政业务向下两岸法政交流政策规划及研拟推动减列500万元，这个撤案了，240撤了哈，这个240、241是一模一样，为什么？那个廖总召，240、241两个案是一模一样，那这就撤了吧？
二三二干撤啊啊，保留那个多的啊，保留他的案嘿，一样啊，240、241两个都一模都一样了，两个都撤了，好，那就撤，杨政委有讲，两个都撤了啊、哦，好，那245也一样了，都是跟前面都一样了，撤了，好，好，245也撤。你看啊，都一样的，一定要快啊，都不快总可以了。哎、欸、啦，我看过了啦。哈，哎、欸，不快怎么混得过去呢？啊、你们都一直在啊，好，25撤，现在进行257，撤了，黄委员的257，撤了。大陆委员会港澳业务，台湾与港澳交流及服务工作，编列预算删减。1,442,500元，要撤啊？可以撤吧啊、哦？等一下，等一下。好，来您说。对于陆委会啊，就是我们党的政策是希望能够促进多一点的交流的哈、嗯。但是最近整个新政府的政策好像比较保守一点，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提案，出来了。我觉得陆委会讲一下，陆委会有来吗？谢谢委员。对你这个提案有什么立场？讲一下。是，有关港澳的业务呢，基本上都是因为那边的租金上涨哈、以及汇率的调升所致哈、那事实上，陆委会这几年对于港澳业务促进的非常良好，特别是我们港澳的这个学生哈、占我们境外的学生的比例发现非常高，1/3了。而且我们港澳的这种旅客也在去年也是增长的哈，都有归功于我们港澳业务的有效推动。以上报告，谢谢委员垂询。你拿给国民党，拿给那个廖总召。好，来，请李委员。院长，257、258哈，还有到263，其实都是同样的东西啦。257、258，还在257的，还没有到258，还在257。那你们就变成一样的，都是同一个科目啦。你怎么样？257到好，那个陈一敏的案子要保留，他没有撤哦。那个罗明彩的没有撤，我的可以撤。好，那两个委员都要保留。好，257撤。258撤。啊，263保留，262保留，不是同样的吗？同一科目。没，好，262、263保留，哈，来，再来270，郑明忠的提案。270，大陆委员会联络业务计划向下两岸政策说明及沟通。2000吗？减列5%。这个、院长，那个270到278其实是同一科目啊，是是又是同一科目。270、二七零那你们就留哪一个案子来？就留一个案子嘛。270、273、274、276、278，你们要留哪一个案子？不要那么快，等一下。你看，你看，好好的看。眼睛不大好。到278上。对，都同一个案子。到278。一鸣，快点！你的眼睛比较好，看快点。看来看要留270、273、274、276、278。那个273案就是林德福委员的，一定要保留。那就保留273。好。好。那就保留273，保留。啊，其余270撤啊、哦，因为同样的只是删减少一点呐、啊。那274撤。276撤，278撤，好，来，现在进行288，主决议来念一下。主决议，大陆委员会提案288，要求该会议一个月内拟定因应对策方案，并于二个月内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288呢？对，他只念下面这一段。哦，你是觉得对不对？那这个怎么样？那个廖总召，288，就是一个主决议啦，对陆委会的主决议。中国杯。
好啦，就撤了主决议。没有意义啦，这个。No. 定要共做共同决议，你们都不要了，哎。这个。啊，您要说，哎，这个谴责我们自己也奇怪了，哎。一起谴责啊。啊，两个一起谴责。这样的，要不要我们？哦，好，撤了哈。董事长，我不撤，我不撤。啊，不然来要怎么？保佑，好。不然先保留，你不要忘记你们在想了，在这个地方大家为作为共同决议，你们都反对了。这个保留了，让廖总召再想一下了啊。好，来，那个289，现在进入到不当党产。来哦，来顾主委来。你同意的是吧？提案289，不当党产委员会预算一般行政经费4083万1000元，删除10%。吃饭吗？那马上已经讲好了、啊。好，怎么样？好，表决。不是啦，撤案啦，撤案啦。289。那个都是。289。288，廖总召说再想一下主决议的文，再进入不当党产委员会，现在是进入到289。减列10%，删减10%，来，是不是要撤案？后面有一个297跟这个案子差不多。好，297，大家看297。297，我是建议删除1/4了。这个人员维持费。你这边是删除1/3的啊？你要改1/4吗？我这个保留，好，1/4保留，那前面这个就撤案。部主委谈了。OK。289撤哦，289撤，那297啊，1/3改1/4保留，好。那理由要不要讲一下？好，你因为党产会大概有15个编制嘛，那有4个助理是以前顾立雄当主委的时候的助理，直接移过进去，所以我就删减1/4了。啊，一杯1/3改1/4，表决多啊，你也换台。我把表决啊，297。好 ，OK， 来，那290。其实这都一样啊，都一样。哦，这几个都一样，人事会的。289到297，通通是一样。289、290，我们要检验的，好不好？人家表决呀，不要浪费时间。291、292、293、297，你们要保留哪一个案？孔文吉的，297了。好，那等一下，等一下。来，你看，贺可以，王委员来。这个是有关于那个一般行政人员维持的费用吗？都一样啊，所以删减数最多的是孔委员的啊，1/4啊，所以他最多啊，其他的不是吧？我的是1/2耶。啊，不然就保留你的啊。我的最多吧，没有关系，那就保留你的。我的1300万呢、欸？啊我是删除将近1/2。啊，没关系，按、啊、你们要保留哪一案？那290了，好不好？好，保留290。保留290。那289撤，290保留，291撤。292撤。292撤。293撤。293撤。294撤。297撤，298撤，300撤，300也一样，300也撤，哦，这个都同一个案件了哦。好，院长停一下。好，来停到301。这个案件到底是不是真的一样？你看啊，你可以看那个都是人事会。请看中文啊。请看中文。都是人事是吧？都是人事会啊。啊，王委员的题最多啊。确定吗？确定了，好，301也撤了，现在到301，撤301也是一样。一般行政基本工作维持，编内1324万2000元，删除1000万元，撤吧。不撤，不撤要干什么？302、303，这都一样的啦。305、301、302、303到31都是同一节，同一嘿。好，你们要保留哪一个？我知道要保留哪一个。党团提案。好，301，那我们301保留。压撤了，好。302撤。305撤。303撤。303撤。305撤。307撤。307是针对
顾立雄主委的特别费了。哎呦，那个特别费刚才都撤了，特别费都撤了、这个保留好不好？这是一个立场的表达。好好，那好立场的表达嘛。好，那我们就保留。每一个都有立场啊。啊拜托我。针对要讲顾立雄在那里要给面子嘛。他有立场，因为他有特别立场，所以我这个要有立场、啊。他立场坚定，因为他有特别立场嘛。所以表扬。好了，307保留，咱较紧的。我们党团的。310撤，311也撤，三一零区划委员要保留，哪有一样？311不当党产啊，你科目都一样啊。他这个主要是特别那个房屋建筑设备费，设备已经设备好了，冻结50%，这个许淑华提案我们要尊重。最近有没有设备？没有啊。那呢311呢？哦，310。310，你保留307啊？那这个不一样的啊、哦。好，310先保留。房子不是用租的吗？还有什么还建设费？国发会。好了，310保留，311撤。311其实很多委员都有提类似的提案哦，大家有一个纳闷，就是主委要说明一下吧。教育训练费，请问不当党产委员会里面的工作人员教育训练的内容是什么？好，来说明一下。你看如何监督国民党而已啊，很简单啊，还有什么好训练的？这个立场太过分了。好，来好来。我先说明一下，310的那个部分我们是跟国安会借用没有错，但是因为那个电梯的部分，他要求我们要换，要我们要负担那个电梯的费用，所以这个部分要请各位能够见谅一下。第二个，那个有关那个教育训练的费用，我的理解是各个机关好像都有编列类似的费用，那我们当然也要对我们的调查业务的单位要。那你们的属性太特殊了，我们的属性啊，内容。秘密啦，不能跟你讲啦。我们有财经、会计、地震等等，都应该要去从事一些教育训练的费用。他这个有些秘密是说，一讲你国民党要藏起来了。你要教育什么，训练什么，告诉我们，还是专门针对怎么处理国民党？国民党破产了。教育训练是任何公共机关都15万而已，这经费多少？经费多少？怎么样，顾主委？报告各位委员呢、啊？我们这个预算哈，你们都能理解，相对变得很单纯。然后经费也只有现在，如果按照通案再删掉38万多，我们大概只剩下5500万而已。我的了解，好像一个省咨议会的这个预算都还比我们高好多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请各位能够体谅一下，好不好？是高不是高不高的问题。你完成训练，科总当然直接说完成训练。公务机关的教育训练本来是任何公务机关都要编的、啊。要看单位的属性啊，这早就完成训练不必要了。对不起，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哦？当那个顾主委你们。去查到这个国民党的不当党产的同时，或者是其他政党的不当党产的同时，他关于有未来有原住民其实的土地的问题，你们怎么做处理？还是你们只做到这一个部分而已？然后再往下推的历史，你们有没有再去继续推？报告委员，您讲的这个部分，我们确实就原住民的部分，我们有在清查那个部分。那包括就是说，在一些比较偏乡的地区，那。国民党可能确实是有用比较便宜的租金去承租了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列册，然后准备要在近期之内要对这个部分，就所有相关的土地要进行一个调查认定，然后做缓缓的一些判断，然后再就跟大家会做个一个调查报告这样。除了在原乡地区之外，比如说以前的那个日本的株式会社、台糖。等等的，其实也有非常多是跟原住民的土地是有关系的部分。所以，当这个所谓的那个不当党产委员会，你们所成立的，你们是只针对国民党的财产呢，还是针对政府长期以来对于不当的这样子的财产的收入来做一些整理，还是你们只针对国民党的党产？
我请主委能够说明一下，譬如我讲台糖，台糖绝大部分的土地其实是源自于原住民的传统领域，那现在台糖已经也是政府的，现在有一半是民间的，请问一下党产委员会，你们对于这个部分有没有去清查？谢谢。我们的党产条例因为只赋予我们职权是有关那个政党相关的十个政党的那个部分，那至于台糖的话，有可能是公司，有可能是糖协，那糖协可能要归财团法人的法去处理，那台糖这个可能是国营企业，可以由经济部来处理。我想问一下，那个转型正义也是你们处理吗？不是，转型正义的特别条例。是转型正义的，不是转型正义的全部了。好。这样子的哈，因为我们现在刚处理内政哦，后面还有七个委员会要处理哦，所以我们不在这边做政策讨论，只是说明一下简单扼要哦。那第三一一王伟，我看15万就撤了，叫他们训练哦。那个院长，我跟你报告哈，他不止这一笔哦，他后面还有调查追征业务，又是教育训练费，还有一个28万，共有两笔。我想这两笔就院长是不是就保留保留表啊？不然啊，那个顾主委你怎么样？两笔啊，一笔15万，一笔28万。我们讲了，我们的预算编列应该已经相当的拮据，是还是希望能够好。那我们这个就保留，先保留了，我们最后再来检讨。来313。313案党产处理业务财产查核业务物品会。编列35万元，删减10万元。我看这个10万块，我们就撤案了啦，哈。好，谢谢。好，那个314。314，党产处理业务财产查核业务一般事务会编列66万元，全数删除。啊，这个就撤了啦，这个哈，好、哦、这个哈、哦，好，这个就撤了啦，哈。那你要教育训练删了，我这个可以撤。教育训练这边有保留了。有保留哈。可以保留了。好，这就删了啊、哦。那315。315案，党产处理业务财产查核运费，前面就撤了。删除，撤。不是，314是撤了，但是前面那个教育会是保留了。对对对对。好了，教育会我们再请主委这边想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回头来处理。教育如何去抓党产，这很简单嘛。早就完成。麦克风来了，315来。315，党产处理业务财产查核业务运费25万元，全数删除。315要保留。好，那就保留。315保留。我们一样就好了吧。318。党产处理业务调查追征业务教育训练费28万元，这是一样教育会。哎、欸，这两个这样你要保留，你要保留。不同解啊，好，那就保。好，那你就啊，还是你要保留后面这个啊，前面那个就好了，删减。他自己列两笔啊，是他自己列两笔。啊啊，这一笔是不是保留前面那一笔？是为什么？教育训练费像为什么要列到两笔？重复了，重训练好才不会查错。那就房产了。早就训练完毕。拜托了，你们民进党的他都不去查，对不对？好，那这个先保留，先保留来320。好，来320，党产处理业务调查追征业务物品，编列556000元，删减15万元。好，来，你现在可以了，现在就可以了。好，来，你说。好，320。撤了，撤了。我们俩一直在党产这边打滚，不。好了，我们撤了，320这个没意义的啦，撤了。好。这是什么？来，你说。赃物了，赃物了。对啦，对啦。那个没有多少钱。是真的需要用到15万吗？要啊。因为他们去国民党党部要影印一张，收20块啊，不如拿回来自己。好啦，我们这个就撤了啦，撤了啦。好，这好，321。提案321，党产处理业务调查追征业务一般事务会编列147万1000元，全数删除。这一案要先保留。好，那保留，不要再争。来，325。325主决议。修正文字修正吗？文字修正。有吗？那个顾主委。
你们有看？你们有协商文字修正啊？不，因为我们本来的一个有一个文字的修正，但是因为我不晓得，因为廖委员是提到，因为这个提案是提到要解散不当党等处理委员会，我想我们机关不太可能同意我们。啊，这反对了，这个不会再谈了。解散，所以这个文字的修正有点困难。那我。啊，想到你不分区立委，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以前那我特别提到，因为我当时在内政委员会已经有做过一个六个主决议，那其中有一个主决议，就是大概可以涵盖这个所谓要提出。我看当场哈，报告的那个。六位，当场就表决这个，其他都撤了。这个表决，这个表决，这个比较有意思啊。因为这是表态的事。要他保掉。表决。所以325保留了哈。啊，保留，保留表决。那三二六，三二六主决议，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这民进党的呢？不是，他是所有委员，民进党针对刚刚前面那个三二五案提出的一个修正主决议，就是这一个，不是哦。请主决议我稍微说明一下，当时是黄昭顺委员有提了一个案嘛，那个时候由陈其迈委员再提了另外一个，他本来是要做修正动议的，后来没有处理就变成保留。那因为内政委员已经通过黄委员的那个决议了，所以这个你就撤了。我的感觉是有点重复啦，那你就撤了吧，这我们自己的啊，撤了。这是你们民进党的案，不是我的案呐。对哦，撤了。327。325没有撤啊，325要留表。325留着啊。326是陈其迈的提案啊，不是。陈其迈保留，那表决一下。好，可以啊，表决啊。327呢？327是先是立场，是你的，怎么会陈其迈的提案？327不是我。326哦，326撤了啊。327，哎，326撤，327。对呀。327我要特别提出来。好。这里面有说到，除法院宁可看到或上诉之情形啊，法院根本不会告诉你什么可以看到，什么可以上诉。啊，撤。好，撤了啦，撤了。撤。327撤了。违法决议了。来，那个336。内政部。哦，换内政部来。啊，对。来。啊，不但当场退。那个内政部哦，我们叶部长因为要主持一个会议，现在请花次长，花次长来，好来，来啊，336，336撤，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规则，好，336撤，跟327也一样，在哪里？336在哪里？336是民进党的提案，他们也要撤嘛？337也一样，撤啊，337也撤，这文康活动会中间再处理好了，338。338。好，来您说。部长特别会。338是谈到反族群歧视法，在立法院被九次院会表决被否决了。那这个是我当时提的案。那最主要的关键是在哪里呢？我们有一审通过的哈，黄昭顺委员。啊，不要讲了，那表决就好了。内政部的部长。表决的。对这个反族群歧视法哈，态度非常的消极保守。好，所以我在这里呢是提这个案，表示我们原住民的，还有包括其他族群的，好，表决了，表留保留了，保留了，是一个辛酸血泪史了。好，民进党团九次封杀，所以我这个提出来，我了解你的意思，来那个。内政部没有立场，要不然内政部现在谈一下嘛。我想不会再谈了啦。来，黄委员，黄委员来。因为这个法案哈，当时在审查的过程当中，朝野是都没有意见的。嗯哼。当时就是包括没有。怎么会没有意见呢？你们没有意见，你们当时在审查的时候，委员会那个李进义委员也全力支持我，包括那时候所有内政委员会全力支持。而且在委员会上面，你们差别啊！你们先去试试啊！不信，你怎样去澳北下来啊？澳北讲啊，好来，柯建铭，你这样子很不礼貌。哎，洪委员，我抗议啊！我来，来，洪恭维啦，阿南吼，好好，对啊，每次都这样，我觉得这样卖很没有礼貌啊！好来，对不对？他们已经做立委做这么久了，怎么那么没有礼貌？来，那我想在审查的过程当中，而且那些法案都是跟内政部里面的官员一起把它修正完成的文字，所以在最后审查的过程当中送出来的时候，
也是讲说朝野都没有意见，直接送宴会。但是送到宴会以后就被九次被挡下来。九次被封杀。那包括内政部长，其实那个案子我也跟他沟通过很多次，他们都没有意见的案子。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够。好，好，来，好，来，你来那个，你要让李俊逸先讲还是？好，来，俊逸来。我想这个案子在内政委员会讨论，我们本来就有条文保留啊，哈。条文保留，那条文的 保留的部分呢、哦？其实包括一开始的定义，大家就有问题，大家就有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条文的内容啊，我们今天是在讨论预算的部分嘛。那如果孔委员坚持的话，我们这个预算就保留表决嘛。不好意思、啊，这我保留，我坚持、啊。好，保留。这个我们这个保留啦，这太立场了，我知道你的立场啦、哦。孔委员，这第七、啊，你上面写第七届就提出来，第七届、第八届的国民党过半，你没有过，现在在处罚内政部，很奇怪啊。好，340三四零三四一是同一案啦、啊、哦，特别会，我看这个不要这个就你前面已经有孔委员这个了。院长，我有意见。好，来你说。我想我把当时啊，我念一个我们以前的提案给大家听一下哈、哦，来，我那个我们助理麻烦你把它列印出来。这个内容怎么写呢？102年度通过决议，刚才那个柯总章哈讲说谁提出来根本不是，内容是这样：102年度中央各机关特别会共编列14582000元，依据行政院各级政府机关特别会支用规定，特别会的使用范围主要是在赠礼、奖赏、招待、馈赠、慰劳跟餐叙等支出。以此政府财政困窘之际，相关赠礼、馈赠、餐叙等消费性支出应尽量减少，所以102年度中央各机关特别会统删25%，各委员会审查的特别会删减数如果超过25%，改列为25%，以为尊节。提案人是谁？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党团柯建铭。潘孟安、蔡其昌，我想白纸黑字写得那么清楚，大家不要说臣从自己，对，不要说过往的事情，大家都有留下痕迹，而当时我们国民党也支持，现在我们整个的经济没有比以往好，那我想在我们尤其是我们现在又在讨论。国民年金要删除蛮多军公教的他们的年金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立法院这个案子不删，我们觉得有亏职守。好，那我们这个就保留了哈，好不好？但是你这个案子三个案子，你总是要保留一个而已啊。你总我们就是提出来给大家看呢、啊。好啊，你们要保留哪一个案子？我们呢、啊？我们每个案子都保留、啊。不是啊，你们删减只是。幅度不一样而已啊。那个院长，其实哈、哦，其实都是同一预算，都是1179。那个院长，我把它讲完好吗？好。其实我现在提这个，而且把这个书面拿出来，目的不在于说要保留，要来做表决。我觉得民进党现在的人数是够多，你们想要表决什么，你们都可以表决。我们希望这个案子是可以讨论的。嘛，先保留第二轮再来讨论呐。现在好好好，所以你三个要保留徐正伟的他的那个删除的是最高。好，那这样保留我的啦。我希望，我希望亲民党跟时代力量大家也看一下。好，那就保留我的啦。保留孔文吉的。好，那孔文吉的，孔文吉的比较多。好，340撤。参与最多，被否决最多的。340撤，341撤。说一下啊，咱哪没撤啊？这个那个不必再讨论了，讲也没有用的。提案32，我是三特别费啊，对啊。一般行政基本工作维持编列退休退职人员三节慰问金全数减列343退职人员。342、343、344我们都撤。好，撤342、343撤。344撤。344撤。412提案，内政部内政资讯业务向下内政图资整合应用，减列500万元。怎么样？我们就撤了吧。
这是资讯的。这样子好不好？我想许淑桦委员今天没有来，能不能请内政部这两天赶快跟他？明天下午要处理了。没关系啊，你如果党团做代表，我说每一个人都推来推去，没有办法这样子。你们去。我要保留啊，保留。来，那个416，提案416。啊，这两个不是一样的吗？内政咨询业务强化自然人凭证应用服务。啊，我的一案就好了嘛。同一个案的。啊，咨询业务都同意啊，你们要保留哪一个案？对了，两个案，412。2500。要保留哪一案？我的费用菜也比较多的样子。一个是简历2500，那保留惠宏泰的，然后惠宏泰啊，怎么样？还是要保留许淑桦委员的？又有删减，又有冻结。好，那保留惠宏泰的。好，那416保留，412撤案。因为它数字比较大嘛。比较高了，哎，那433。433主决议，建请内政部。于今年进行我国家庭生育调查，详加了解及找出家庭生育意愿低落的真正原因与技术问题。行政院再会同内政部、劳动部、经济部、财政部等相关单位就家庭生育调查分析结果提出因应之道，严厉拘立家庭生育之诱因，对策务实处理，以提振我国生育率。我建行案我们都通怎么样？照案通过就好，建行案没有关系了。通过了。建行案只是让你。建议一下呀。所以说，那我要内政部来统筹整个人口的政策的调查分析。那我改建请国发会。对，因为人口政策其实主政是国发会。啊。建请案没有关系。你要建请几个部会把它都写进去好了。Census 啊，其实是应该是回归行政院会是一个。人口是涉及到内政部嘛，所以都要。那这样建请行政院就好了，建请行政院比较好。建请行政院啊，建请行政院。好，建请行政院三个字啊。好了，行政院就行政院。没关系啦。好，不要紧啦。建请行政院以今年进行我国哈，就改行政院，行政要指定国发会内政部，那是行政院的事情了啊。好，来，还有一个448。提案448，建请内政部预定类似情形，应先由公民大楼设立管委会，再由管委会预定决议后提告。建请案没有关系。448有没有什么问题？建请案是吧？二楼内政，好，那我们就通过了哦，这是不保就通过了哦。好，来。457。建请内政部于三个月内重新检视，以通盘检讨警政业务。修订警政工作工时与福利保障，并加强应有的警察装备及训练，建立人性化的警政机制，并增进警政业务与工作负荷的合理化，以维护确保警察执行法的工作安全与健康。你要修改什么？好，六个月。六个月。好。修订在哪里？好 ，OK， 修订改原意了啊、哦。好，我们就照修正文字后，修正文字后通过了啊、哦。好，那我们这个保留本上啊、哦，就告一段落。我们现在进行下，还有一堆啦，现在才内政而已啊、哦。嘿，啊、哦，来，现在进行，等一下，来472。营建署472、473我们都撤了。好，472撤。院长，好来。413啊。那个这个细项的文康活动费提案委员李委员要撤，我们当然是尊重。嗯。啊，我只是先抛出一个问题哦，因为有一些部会它有很明确的编文康活动费，啊，有一些部会没有。然后我们在有一些部会有抓到。主张要删的，那我觉得文康活动费这个到底要有还是没有，是不是要通案的时候再处理啊？如果通案的时候要处理，现在是不是先定下一个原则，什么时候来处理？啊，所以呢，怎么样？这样的哈，
我再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当初在看预算书的时候，有的部会有把文康活动费很明确的写出来，那有的没有，不晓得藏到什么地方去。那我们认为是说，如果整个预算在整个调配上，你让有一些部会有文康活动费，但是藏起来没有删到，但是有一些部会他们很清楚的写出来，如果最后被删到，我会觉得这样不是很公平啊，就是。整个文康活动费它的水准大概到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列一个通案来处理？那如果大家都赞成用通案处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先比较弄清楚到什么阶段的时候来处理这个问题？好，那个谁，主计处哦，主计处在就是文康活动会在各部会都不知道编在哪里，反而有编出这个项目的被删掉，对这个是不公平。因为那个，那你未来能不能都是要有这个文康活动会应该要统一怎么样来处理？因为它是三级科目，而我们一般的在上面一个科目是一般事务会的。然后来说明一下。跟各位委员报告，文康活动会的话呢，它以前呢很早以前是没有标准的，所以各部会的话呢，按照它的需要处理。后来立法院决议要定标准，那最早是6000块，然后后来删减了20%，变成4800块，再删减20%，变成3840，再删减到变成2500。那目前的标准是每一个人2000块，然后编的话呢，大家都会编在一般事务费底下。所以还是都有啦，都有，都有2000块。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看这个部分的话，一般事务费如果有在里面，他如果还有那个编文康的话，那个这个就必须删掉，是这样的意思吗？事务费里面，有编文康，因为一个人标准是2000块，可是我们有一些真的看不到啊，有些有写，有些没写啊。把这个我们，所以以后你们能不能一这样好不好？嘿，文康费哦。刚才我认真有谈到一，主高照可以2000了，一趴钱，好、哦，然后到4800、3800、2500，现在2000嘛，那所有预算书里面，不管怎么样，我们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像2000，超过2000全部删掉掉了，现在就是通通就全部都2000了、啊，因为过去哦，在通三的时候谈文康会，我们这次没有谈了、啊，只是有些有写，有些没写。好，那这样子的哦，这样子的哦。这个案子既然通案的部分我们都已经决定好了啦，哦，我们文康会2000块，我看我们就不再列为通案，啊，也不要个别删除，这样个别删除很奇怪啦，哦，那主计总处明年检讨嘛，哦，你的文康就是统一，然后在哪里，哦，那要不要列为统删？要统删就统删，不能够，哦，有差别待遇啦，哦，好不好？好啊，这个就先为什么有写有不写啊？不会有，好了，这就那472就先撤了啊。以后主计处你们肯定要注意一下，473也撤了啊，好不好？483来，提案483，营建业务向下住宅计划、住宅政策之推动及建筑开发经理业辅导管理，编列拨补住宅基金10亿2943万9000元，删减1亿2943万9000元。要接下来，483，这个案跟那个484，这是一样的啊、哦。483、484，这样有一个481嘛？啊，还有一个481，我们这边怎么没有？有三样题的，它是用冻结的、啊，冻结文字一样。还有背面，还有第二页有一个481。哦，时代力量有一个481啦，哈。哦，时代有那一样的，都一样的吗？嘛，这是时代力量的481嘛，是不是？好、哦、，OK。时代力量是冻结的哈，481。没有啊，只是请他们提出一个书面检讨报告，再同意，应该没有太困难吧？好吧，那就照怎么样？照案通过。好，481我们就照案通过啊、哦。然后现在是483。483跟484是一样，481是照案通过，三个案都一样。好，那483、484呢？不是啊，你现在要马上决定，不能一个等一个。跟
跟委员报告哈，李委员是同意不删减，然后改为主决议，已经改主决议了。有，昨天已经跟他。好，那就改主决议。那主决议是谁来写？有写好了吗？写好。在哪里？你要拿出来给大家看呢、啊？有签字。昨天都拿到，昨天有拿到。拿到你就要拿出来啊，不然我们怎么省你的预算？我们那个同仁上来哦，我们国会组的那个上来一下，好。那四八四我们就撤案了哦，因为一样的啊。对啊。四八四就撤了哦。那以四八三的方式，四八一就通过了啦。四八三呢，他用主决议。还有一个四八六是郑明忠也是一样的啦。四八六发给他们。他重新啊、哦，有看到的啊、哦，郑明忠委员的啊、哦，如果李彦秀委员的主决通过，我们四八六就一样啊，就撤案了啊、哦。对，江补助会啊、哦。好、哦，有吗？这个马上拿上来的，我马上啊、哦！好，那这个我们在等的过程来，先看493提案，营建业务向下城镇风貌行塑计划，减内10%，冻结20%。江补助都到中案了，江补助是通案了，所以这个就撤案了。撤案了，好、哦、好。493是因为江补助案，所以是撤案。498一样。498一样，所以498也撤案了、哦。对。江补助案，500。提案500。孔委员。那个500是不是昨天那个提一个专案检讨报告，好不好？好。庐山温泉的。好。温泉的。好，提一个专案检讨报告，怎么样？可以。好，可以。好，那我们这个撤案，提专案检讨报告。好，提专案检讨报告要写好。得出来吗？这个找庐山温泉怎么样？哦，撤案提专案检讨报告啊、那个庐山温泉是当时这个内政部这个计划委员会啊，在没有征来502，要不要说明一下？柯总召在问啊。不必说明了，这个以后再报检讨报告，我们再来讨论了。这个502来，提案502区域及都市规划向下。区域规划编列花东地区永续发展策略计划、养生休闲及人才东移推动计划，冻结20%就好了、啊。减内10%，冻结20%。要冻结案了，好不好？可以啊，因为这个是花莲跟台东哈、哦，预算已经少了，这都专门是补助，哎，专门是那个在办这个花东的。哦，花东，那花东的境外再删的话会出问题的、哦。我看撤案，如果是花东的要撤案哦。你自己啊，你的马沙鲁，这个是你的故乡的哦。可是花东不是有那个什么花东什么发展基金，你们都用不完的耶，请你说明一下。不是用不完，是根本就申请不出来。对啊，问题是在哪里啊？因为我知道花东什么基金非常多，你们真的实在是用不完，然后你们营建署要再编，这很奇怪的。我看一下那个内容。啊，保留一下，我看能说明一下吗？是不是还是提个书面报告了？好了，因为这个书面报告好，提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好，改提书面报告，因为这花东的经费是最。当然了、哦、花东基金要支用，一定要有公务预算去配合，不然的话就动不到花东基金。哦，原来还有公务预算要配合、啊。对，所以那两条钱啊。啊，不是两条钱，一条钱、哦，两个单位要同时要提供意见的、啊。两条钱，而且要审核，还是要通、啊、两边都有私言，就对了。那个是不是文字给他修正一下？这样子的哦。嗯，那个。对，但是你有减掉有冻结。这个廖总召、啊，我们不要减列花东的预算，但冻结20%，提书面报告了，这样就好了。好，那个好了，那个提案减列该项预算10%，偏远的预算不要跟人家减列了，但冻结哈，啊，不然要冻结多少？你说啊，10%啊，啊，
好，冻结10%啊。好。然后啊，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啊，哈，就后面。他应该就书面。好，那就修正后通过了啊。好。所以，哎、欸，这个花东的哦，你我们这个我们这几个卡叔叔哦，这花东是很麻烦的。啊，高进，好，507。其实他最重要的是配合款呐，提案五零七，因为很多原乡地区配合款提不出来，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向下国家重要湿地复议，减列1/3，其余冻结1/3。冻结要不要减列、啊？这个，我看撤案呐、啊，这个你跟他，哎，湿地复议这个好事情，哦，完这撤案了、啊、哦。好，那李彦秀委员来了，李彦秀委员，我们就重回刚才哦，是多少？4/3。4/83。是什么4/98？4/83还是4/98？撤案了吗？4/83呐、啊。对。哎、欸，来，李委员。OK， 我这个我撤案。撤案。哦 ，OK， 那这个就全部撤案了啊、哦。好，那4/83撤案，4/84撤案，4/93撤案，4/98撤案，500。提案改检讨报告啊，5/00也撤案，好。王院长，那个刚才那个500哈，是不是冻结1/10，然后书面报告了？500，啊，你不是要改书面报告？那個、但是因为我说这个要等他书面报告，专案报告检讨啊。对啊，先冻结1/10嘛，啊。再做一個好 ，OK。报告院长，好，冻结，好，冻结十分之一，可以。好，来，那个就对于花东这个哈，500，你现在是要讲哪一案？现在是先讲500，好，500，改冻结1/10专案报告，10%了哦，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了哈，书面报告后，哎，记好呢，使得动之了哈。好，那来调总账，你讲的是哪里？这是500。啊，这个刚才都已经处理掉的，刚才李委员来了。都哎。这个都是江埔诸会，都是那个呢，都是同案的呢。嘿，哦，是通案呀。嘿喏，这是通案的啦。哦、嘿喏，你再处理的话就麻烦了。通案是5%的。嘿，所以507撤案啦、啊，哦，那502是修正后通过，那508。508啦。哈。508一样啊。508。跟507一样。那也撤了啦啊、哦，508也撤。等一下，你看啊，你可以看。能不能改这样改主决议，就是要你们提书面报告嘛？有啊，有，最后一个有书面报告的动之，有。这些都委办奖补助嘛，都通案处理了、啊。我知道，我们现在就改成他们一定要有湿地的复议计划。你看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有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啊。哈、啊，你这个撤案啊，你我们是不是？请代营建署提出湿地复议计划啊，执行成效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哦、啊、就加这，不然撤、哦，我们就修正了。对了，好、啊，修正了。好，508修正，好、哦，好不好？内政部。动没有动了，只是修正了。没有，只有修正书面报告。就最后一行了。哦，其他的就是代内政部营建署提出湿地。复育计划执行成效书面报告使得动之。OK， 好，那516修，没有冻结，也没有删，就是书面报告，那也不必。没有啊，我所以我说只有最后一行而已啊，就是修正了，修正而已，不是书面报告没了。哦，对了，提出书面报告了，提到书面报告而已啦，他没有内容。哎呀啦呀啦，那没有钱啦，对不起。好，516。516提案，区域及都市规划业务向下都市计划图重置及加值应用，编列4130万，减列10%，冻结20%。就是对地方的冻结，不要减列啊。就
冻结可以。我跟你讲呢，我们对地方部这个政府的补助也是通案呢。对啊，这个。哎，老大，廖老大。我知啦。啊，所以你现在你在冻结10%，这个要怎么冻结？这是委办会，委办会呢，委办会，所以这个应该是到中案了，到中案了，那就书面报告就好啊。修正，啊，哦，哎，就改提书面报告，也没有使得动之了哦，就是代内政部提，强化对地方，啊，修正了，修正文字通过，哎，变成主决议，嘿。OK， 那来520提案520。道路建设及养护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市区道路减列15亿元，521，这是中案的吧？523，都一样，四个都一样。院长，我虽然经过很多次的沟通哦，我可以接受这笔预算在非直辖市的都市，事实上是有这个需求哦。但是我认为这笔预算当中，它过去使用的科目，包括有10亿的部分留到其他项目，我觉得这在控管上营建署过于松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我觉得生活圈的计划道路的开辟，我认为过去都是排除直辖市，我当然相信直辖市事实上它的财务是比较好的，但是我觉得长期在直辖市六都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生活计划道路，我可以接受条件门槛，因为它财务计划比较好，门槛可以调得稍微高一点哦。但是我觉得应该比例式的哦，这个生活圈的计划道路开辟应该比例式的全国都要有。所以主决议里面我提了，请他们提出一个构想，六都其实门槛可以高，但是我也希望在生活道路圈的部分也可以纳进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关于他们这个预算的项目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管控的部分，我觉得请他们还是必须要严谨。过去有10亿留到其他项目去使用，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妥当。所以针对这两点，我希望纳在主决议里面去做一些处理。好，请营建署啊，将刚才李委员提出的两个这个建议啊。一个控管要严格啊，第二就是六都也应该纳入，但是它的门槛要高，比一般的高，因为哈，这个这一笔钱，凭良心讲啊，我当过内政部长，这一笔钱对偏远的县市是太重要了，这个哦真的是太重要了哦，道路都大概都看这一。院长拍谁？我不要打点了，我们来自小县市哈。这个生活圈的预算对小县市非常重要，太重要，而且这还要有地方配合款。对，如果把直辖市纳进来，那未来就是直辖市全部拿走了，因为他的配合款拿得出来，我们拿不出来。对，所以这个部分真的内政部要仔细思考，当初设计生活圈排除直辖市，其实有一定的道理。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涉及所谓的配合款的部分其实我们这个小县市，像我们嘉义市那么小的一个地方。那这个真的会有困难这个我也补充说明一下哈。其实呢，原乡地区的乡道，因为县市政府的财政困难，所以我们曾经在去年的时候也把原乡的乡道纳在生活圈里面。所以你如果再把直辖县市纳进来的话，完蛋了，我完蛋了。那个贫穷的县市政府很显然就排挤到了更原乡地区的生活圈。所以我同意国民进党团的建议。好，来廖总召。这个案子啊，因为好几个委员同时提出了哈，那我们都同意刚俊丽跟素美所提的这个意见，对偏乡而言呢更显重要。但是我们党团这边是希望延议的，不是说一定要怎样哈，我希望就这么延议的，延议的哈，好，就把主决议写出来，好，不是写了吗？对。主决议，主决议我认为可以提高，但请他们去研议看如何去做一些处理。但是预算上的腐烂编列，包括执行率，我对内政部营建署事实上是非常有意见的。就是包括人家控管这个效率啦，效率啦啊、哦。所以
五二零我们就撤案了哦。他的执行率，院长，我还是要提醒他们，执行率哦，想办法去提高，而且在预算上的项目的编列哦，不要因为预算使用不完，然后就把这个预算项目挪用到其他的科目。事实上，这是审计部要后续审计部要去做纠正的地方。我请部长要稍微注意一下。好，来那个院长，这个不是撤案，是改组决议。好，改组。但是他们都拟好了，都拟好了，没出来，没拿给我们看。因为这个有数字，所以这个要改组决议，撤案改组决议啊。哎、对，撤案改组决议、啊，不能说哎，黑了到五二三。来，那个主决议在哪里？念修读念一下来。个，好来，你开始。作为主决议，内政部营建署为推动地方道路建设，订定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市区道路。该计划延至1998至103年底，其推动为期4年，经费300亿元之计划，并以106度续编50亿元。为据审计部报告指出，该计划104年度。执行率偏低，且本计划对于台北市并未予以纳入补助，因请内政部检讨对于6直辖市含台北市具专业专案性质及民众关切路平养护事项106年度纳入补助办理之可行性。好不好？怎么样？把我们先让他们，先让他们讲一下。不，这不是台北市啊，这个乡镇。休息一下好不好？快，我们内政搞完再休息啦，然后一个段落再休息啦。啊不吼，再换人的时候我们再来休息。啊，你一走，我请问一下营建署，你们不是都是滚动式的来检讨吗？对不对？对呀、啊，你们事实上，我请问报告主席哈，其实在生活圈这个，就是他们每年留下来的钱都是有滚动式的在检讨啊。那所以你现在又是要把这个直辖县市这么多钱的这些县市放到这里面来，我觉得这个是。对偏乡来讲，或者是没有预算比较拮据的县市来讲，是真的非常不公平啦。那当然这个主决议这样让你们去评估可行性，可是我们必须在这边也是要表达立场。谢谢。怎么样？可以。李委员怎么样？那个营建署呢？那个内政部呢？我们会检讨了，我们可以接受，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来评估可行性。好了，我们就可行性评估不代表一定可行了，我们会尽量。跟院长各位报告哈，就譬如说高雄啦、台中啦、新北，它虽然是都，但是它会提说原来是也有一些乡并进来了，所以这个也不无一点道理的，但是我们会审慎的来检讨。就是它的门槛呐、啊，哦，真的是像台东花莲呐、啊、云林呐、啊、屏东呐、啊、这些苗栗啦、啊、比较偏远的哦，还是要优先呐、啊、哦。那直辖市哦，当然过去像高雄县、哦、台中县、台南县的比较偏远，那但是因为直辖市的财政都比较好。所以门槛要高一点啦，而且这个配合款哦，不能用这个配合款哦来作为啊这个要不要推动的一个条件啦，不然你这一些穷的县哦，根本没有钱跟你配合，到最后都是直辖市才有办法跟你配合啦，啊，到最后你最后的执行力都是钱都是省下来，大概都是没有办法配合。院长，好，来李敬义再。院长，这主决议的部分，我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了？来，倒数第二行的这部分，因为李委员有特别写台北市啦，那如果你写六直辖市，把台北市写上去，我桃园其实最不公平嘛。那没关系，那就把六个直辖市也都写进去，或不写。其实六直辖市已经很清楚了，对啦，不必文字可以不写。对，诚如刚才院长所讲的，其实
院长，我们刚升格局最倒霉。我是不是可以建议一下哈，这个主决议做一些文字的修正？来，你修看看。请内政部严议检讨了哈，然后最后可行之可行性加一句，并注重县市之平衡性了。哦，因为如果没有这加这一句的话，我们比较小的县镇或是财政的就是注重县市财政的平衡性了。哦，加这一句话那比较完整了。加在哪里？加在最后面。好，可行性的后面。哎，对对对。并注重县市财政之平衡性。就提醒他们，因为偏乡啦、啊、小城市啦、啊，县市并注重县市财政之平衡性。那我讲一下好不好？好，来，老师第二行那殷勤啊，建请嘛，那个哪有殷勤的？那个文字不通嘛，一般都是建请案嘛。建请不是殷啦、啊。建请啦、啊。哦，建啦、啊，对啦、啊。柯总刚的意思是说，前面是写两句两个建请内政部营建署，然后后面倒数第二行的部分，内政部检讨六直辖市具专业性质之民众关切路平养护事项，并纳入106年纳入补助计划，并要考量各县市的财务的平衡性。好，好不好？好，就这样子。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因为现在执行率真的很差，不管是偏乡的县市。不管是偏乡的县市，这个问题如何要去做处理哦？要不然的话，你明年度的预算你就编少一点，因为你执行率并不高。我不反对补助偏乡，因为这笔预算我很清楚，就是要补助偏乡，但是你们执行率真的太低。那这个要检讨啊，来，我补充说明一下好不好哈？是为什么执行率不好的原因就是哈，就是他的那个叫做相对的配合款，那原乡或偏乡幅员辽阔，人口少，所以各县市政府他会针对他自己的财政，所以我们当时一直跟国发会说，对于偏乡跟原乡地区的配合款应该要降低，所以这块部会这块部分，我们其实在原住民的4年计划的道路已经突破了，本来是要配合10%，在原住民地区是配合款只要5%，所以目前来讲，原乡地区的道路这个突破了，所以我希望营建署这个生活圈部分，你们是不是也去评估一下，如果偏乡地区或财政困难的部分让它降到5%，其实它的执行率就会高了。以上说明，谢谢。另外一种是、那個、我要讲的抗争的刚好就是高金委员刚刚已经讲的部分。我们不单单是重视原乡，整个偏乡都应该要一起检讨。对了，那在我们这个新的主决议里面，并没有讲到这件事，反而只重视台北市要不要纳入。我们应该要多研议有台北市全部划掉就好了。哦、六个好了，直辖市第三行的台北市是不是可以改，我们应该更重视，那个已经划掉了，更重视偏乡如何能够利用这个这项生活圈道路啊，能够改善偏乡的所有道路环境。我们应该是要检讨这些，有他后面刚刚讲的、哦、降低他的对、对偏乡地区或财政不足的县市政府，他的配合款是不是能够降到5%？那这样子的哦，刚才那个李俊毅委有修正嘛，并注重县市财政之平衡性，县市的后面加偏乡两个啦，就是并注重县市偏乡财政之平衡，财政之平衡就是要检讨它的配合比例啦，好不好？好，院长还有？No！啊，不然保留一下，把文字整理一次看看。对，我们居民党会也整理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好，这边整理了。倒数第二行跟第三行，台北市都改成直辖市了，好不好？好，这个重整一下，我好好的研。好，你研究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案子涉及到的就是生活圈了啊，520撤了，521撤，那个都522撤，都通案处理了。523生活圈。一样哈、哦，撤，那530呢？是不是生活圈？没有，就是主决议了。好、哦，那这个主决议我们请营建署啊、哦，那个内政部哈、哦，你们要注意听哦，不然的话，你们把这个主决议照刚才的意思
你们重新再拟定，就是偏乡要偏乡偏远的县市，比较穷的县市，要怎么样把它兼顾吸纳在内？李彦秀委员讲的六个直辖市啊，比较偏远的纳入评估啊。然后第二就是如何控管你们的执行力啊，这个主决议你们赶快去拟。那这个好、啊，我们就先保留李彦秀委员501520啊，520啊，520好，520做啊、做把它撤案改主决议啦，应该这样子啦哈。好，那现在处理到530提案530营建署补助住宅基金办理社会住宅政策，为与整体社会住宅政策之基金财源规划，由房地合一课征所得税税课入部分用于住宅政策支出有益，要求内政部营建署应积极落实基金筹措其他财源之可行性。来，同意。好，那就照案通过了哈。好，有钱可以拿就同意。提案536通过。536要求内政部营建署会同卫生福利部横着实务状况研商修正既有公共建筑物无障碍设施替代改善计划作业程序及认定原则，适用之建筑物之范围，保障身心障碍者之健康权。好，这可以吗？同意。他写的这么细耶，你基层没有诊所到 OK 啊？了解。那我们就通过啊，这个就通过啊。来，539。好，539撤案。三节问题。好，540。540改主决议了哈。这个我说明一下，我原本的提案主要是针对警政署它的这个航空警察局的它的预算啊、哦，因为过去警政署其实不论是保警、刑事的各方面等等，它都是在公务预算里面去编列啊、哦。那其中，航空警察局啊，历年来它几乎都是编在所谓的作业基金里面，民航事业作业基金啊。但基本上民航航警局它的支出其实是公务预算，它的人事费、业务费等等这些哈，可是它却编在作业基金，这个某种程度上跟作业基金它的目的其实是不符的啊。那过去都这样编的，那也很多委员提案，但是后来都撤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是用撤案来解决。啊，来，你建议，因为你该属于公务预算，你就应该编在公务预算。540啊，不是院长特别，不是没有吧？我把它改不是特别会啦，那是因为要请他们去把它编在公务预算，所以只好去冻结它的特别费。但是现在我们跟那警政署谈好，就是说用一个主决议，请他们、进行好了，请他们把这个航警局的预算改编在他那个警政署的单位公务预算里面才对啦。好、哦、所以这个撤案改主决议了，改主决议了、哦、啊，主决议是谁要来写？我已经写好了啊、哦、来看一下，读一下那个主席，看一下这个那个内政部啊，警政署、要看一下警政署、现在省到警政署了呢，中央警察大学现在主席长你要看一下，妈妈等一下，警政署的人要上来了哦。警政署在哪里？那个营建署，你剩下那个主决议哦，你可以到旁边写这边给。警政署。哎呀，警政署，那个花次长，现在到中央警察大学跟警政署。署长呢？那个主决议是你们写的啦，基本上我请他们提供的啦，所以应该没有问题啦。只是说昨天要送到财委会的时候，他不收了。哎。好，那有没有问题？那现在警政署到底有没有人来啊？没来。没有，警政署有没有人来啊？啊，我来。哦，治安的那个。啊，没办法呀。啊，因一安娘啦，因一安娘。副署长哪一个？没有，因一安娘，村内拢是警大啦。后面警大消防署可以吗？没撤案啊，就没撤
可以吗？对。好，那可以这个策案改主决议，好，那个主决议拿过来。对，然后拿到这边来，我们拿纳入啊。来，你那个拿过来。不然那个财委会都不收啦。不然，那策案改主决议我们就通过了。这那这个策案改主决议通过了啊、哦。好。你先，你甲看者，你啊，啊，你甲好，然后你甲签一个名。好，来，我们进入到中央警察大学，迄、那个五九二、五九二、五九三，我们都撤案。好，撤案。五九二、五九三，撤。六零一也撤。六零一撤。六零五，消防署。那个。廖总召，六零五是消防署，六零五可以撤的，好撤，撤啊，因为这个消防署、那個、委员有同意撤案。好，六零八，这推广，这推广，六零八也撤了。好，六零八撤，好，六一三，厂商，六一三救灾，六一消防救灾业务，嗯，那个我报告一下，六一三费委员他是把简列删掉，然后冻结二十了。好，简列删掉冻结二十，然后提出104年度的预算执行落后检讨及预算执行控管机构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对，好，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修正通过，好，六一三修正通过，来六三零，议政署。跟院长跟委员报告啊。好，来，好，好，署长是。这个案子杨委员是要把整个替代役的法纪教育的所有经费八百二十二万三除，那我也跟杨委员都是沟通哈、哦，那杨委员说这是他立场的问题，就是因为上次成功里那个向国父遗像鞠躬的问题，他立场问题他就不便撤案了，啊，怎么样？杨委员是这样，我去跟他沟通好几次。党团这里怎么样？是啊，是的、啊，是啊。他是杨委员，是主张要表决啦。好，那我们就保留，保留。好，先保留啦，看最后再来请杨委员沟通一下。那个六七，移民署，移民署。好，来。好，那这个就撤。六七八，六七八撤案，六七八撤，这边有撤案的签名啊、哦，撤。六八九，绿建筑没有呀、啊？那个范委员这边我们大概去报告过了，他同意做文字的修正，也就是说不检列。好，那就冻结二十、哦，来，冻结二十，第一书面报告使得动之，修正，修正后通过。好了，冻结了，改冻结。改冻结二十啊，来六九零，六九零撤案，撤案，谢谢。六九七，六九七跟刚刚一样。好，文字修正，减列二十，预算10%，不减列，不减列，冻结二十，然后书面报告使得动之，冻结20%，修正通过啊、哦，谢谢。好，七一九，同意，行政部门有同意的啦。七一九，蒙藏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好，内政部你们可以离开了。好，好，那刚才啊、哦，那个主决议写好了吗？营建署。这边啊，先念还是先印？是啊，主决议是刚才是谁要哦？那个李彦秀委员，啊、来给那个来给总召廖总召，这个哦，这个要顾及到偏远的啊、哦。好，剩下这个主决议看一下啊、哦，那个就撤案，然后改为主决议。院长，刚这个就是那个吴世林那个柯文已经看过了。好，那就 OK。那请你签个名。好，那个这个就第几案？540，就改为主决议哈。好，吴世林，吴世林，改成主决议。把它拿起来，那个让财委会嘛。吴世林改主决议。哎、欸。
可以哈、哦，可以。好，来，那签名，你签名呢、啊？画押。因为我刚我没有听到那一段哈，就是李委员同意直辖市的部分的文字拿掉吗？同意吗？所以我们只谈偏乡哦。只谈偏远县市哦，不是吗？那个廖委员，你看一下，我们亲民党团也有一个有写，你们看一下。因为现在这个里面只有谈到直辖市了，对，执行力偏低的改进措施，这个是对的。但是原文有直辖市的部分呢，对他同意拿掉吗？连秀委员，连秀他直辖市的比较偏远的，希望他们也能够做一个评估啦，应该这样比较中性。我记得你补一下了、啊，我还在的时候，你现在补一下，你就补一下嘛。对于直辖市，对了，比较偏远的地，也要请他们做可行性评估啦。民意考量啊，那样。对了，好了，你赶快贴加上去，赶快加上去了。来下，你看要下。廖委员，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说的偏乡跟原乡的要降到5%，对，让他们延役嘛，就是配合款呐、啊。啊，这个我想10%几，这我们先不要写，就不要写了。怎么样？你们觉得怎么样？营建署呢？这么简单的啦。可以延役吧？那延役那个100%。好，延役啦，好了，好了，好了。有了啦，有。哦，有。好，那签名，给他签名，给他签名。对，但是偏乡的，我们清明党团的，你们收一起放在一块吧。那个高君伟，那个你有数字比例那个部分不要啦，那个他们很难处理。那他说他可以接受，只是演绎而已，没有说要做。好啦，签一个，甲签一个。总召你甲签一个，啊，咱都。营建署，你们这个演绎都不想啊？不是啦，我们来演绎啦。对呀、啊，所以嘛，我们清明党团的案子呢，对啊，也是一个主决议啊。对嘛，演绎降低比例嘛。你给时代力量党团，你看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哦，来处理蒙藏委员会79，来79。报院长委员79，我们可以配合办理。配合，那就通过哦。好。啊，224526264，后边还有民进党委员。通过了啊、哦，那724册。海巡署。725册。现在开始海巡署。马七二四册，七二五册，七二六册，七三五一起册，好不好？偏乡。七三五呢？顺便册。算了，主决议。七三五是主决议。可以的。册。这个配合地方，地方配合款。这前面都有一个案子要表决了，其中一樣保留了，了一样的这个就册了。一样啊，前面的案子是石安跟海巡两个一起讲，这个案子只有讲海巡而已，不一样，案子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好，保留。好的，好。原乡。来，737。偏乡，原乡。撤。原乡。后面都撤。38册。38册。39册。报告院长。撤。可以接受。啊。735哈。行政单位同意这个内容，哪里？735，对，735，我现在想起来了，他的保留啊，他们同意，他们已经同意了。行政735海巡署在不在？海巡署，他来跟我735怎么样？跟我协商的时候，他们同意这个来在新的，不要紧，哎，已经修了这个，来修正啊，文字怎么修正？你要讲啊，哦，来啊。他们所以在听他讲啊，七三五来，怎么修？给廖委员看的，廖委员，但是给柯委员啊，给柯委员这个吗？这个就是修正嘛。我们有一个不是吗？没有，我们是外交部的，那个修正的文件，这个怎么可以同意啊？他那写政府弄弄的行为，你也同意啊？同意啊，我同意啊，这不可能，我不可能同意，你那。他写政府弄弄行为你也同意啊？他们第一段不同意，第二段同意了。第二段第一句可以同意啊，第二段那个我们也不同意，那个表。那就表决，那就表决。没有，再调整一下文字就好了嘛，改中性一点就好了。
那就全部保留表决了。你那个啦，不要政府懦弱的行为这一句不要啦。政府未能守住渔民。好，你应该讲从即将到来的捕鱼季，我国渔民究竟能不能这个前面两句删掉，后面就完美啦就可以啦。前面两句删掉了，从即将到来的捕鱼季，我国渔民究竟能不能到这个海域安全捕鱼？至今仍有疑义，台日双方对我国渔船是否有权在冲之鸟礁海域作业未能达成共识，会议结果各说各话，渔民受损权益无从得谈。这内容怎么调整？一直讲政府无能。政府无能，百姓受害。这个前头我没有意见啦。这个啦，这个你怎么会接受？这个，我觉得这个保留了，保留了。好呀，我们弄个前加个前朝了，两个案来表决。你们再修正，我看看我会不会满意啊？好，等一下再修正啊。好，先保留了。737撤，738撤，739撤，740撤，757七五四册，七五五册，七五册。好，来，请。按一下，按一下，麦克风再按一下。不是因为来，没你那个高金委员，你关掉。哦，对。谢谢哈，因为我们这个文七五四这边，我们是不是刚才有谈哈？文康活动费是不是现在都以2000人？对，2000元。对，好，是不是就各部会都这样子？对，好。因为刚才院长有做这样的裁示嘛，对，没有错。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有个，我知道了，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决议文？好，哦，把它框住，好，就有点类似，就对了。好，今年这样处理，那以后再检讨。对，好，好不好，这不是决议文，它编列标准，它现在的标准就是2000了。编列标准就写不要再，我们明年度哦，可以事前请主计处，你们把2000块是少还是多还是适当？那要不要纳入统三？你们再提建议。啊，现在所有各单位就是2000，好，好。然后257、56撤，然后757撤。啊，没有，还有一个附带的。副本，这是副本是啊，我们伟大的廖总召哦，研发的啦，研发成功了。保留本就是后面的哦。啊，廖总召，这是后面那个八排案那个啦。对了。啊，对，保留本就是附册，这是要干什么？最后的一刹那哦，送来的哦。不处理好了。撤了。好，来。39，都重复了。37，陆委会那个已经处理过。那这撤，这刚才都处理过了啊，哦，都一样了。啊，42，37要表决，刚才是留下要表决吗？不要。你冻结案就冻结处理就好了嘛。你这是党团，最多是冻结20啊。你们把新增案都是20同一价格。对啊，记不记得？不，这个你是后面在最后我们结束，你再送800案那个其中的啊。对啊。啊，很多跟前面都重复啊。啊。不，你保留这个冻结三分之一就不对了啊，顶多是冻结20啊。因为先读过了。对啊。新增的案是。这个是。这是我们截止时间截止啊，党团拜托我们收案，我们特别收的，这总要配合前面的整体的案啊。对啦，没冻结，但是不能三分之一啊。我怎样？我知道啊，就冻结20啊，改要冻结20啊。改书面报告了。老师们撤了，好撤了，好撤了，这个没有意义啊。来，42，那刚才处理过，不让党产。42，这都要撤了。撤了，不让党产。42啊，不当党产。这都处理过了。人事费用那个，都处理过了。这都处理过了，不能再做了。好，是43，
也一样的人员维持这个，哦，这个都到五十了，到五十都不用谈产的，要撤了，啊？白一袋，因为这个是最后再送来的啦。意思是，来怎么样？查阅一下，刚才我们处理37案的时候是同意表决。37案，查一下，37案，查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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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案。要自己看，是是是。陆委会的吗？有。这个换掉，啊？陆委会的呢？撤呢？你那个时候是撤呢？刚才是撤吗？陆委会是撤啊。二四也两个都撤啊。他们是同样一个啦，有保留一个，但是其他都撤了。刚才是20啊，现在是1/3啊。但是三分之一是超，我们最多只能20啊。就改20啊！你那边我们不是有一个案？刚才那边就有20啊，改20表决呢？刚才那边就有啊，20的已经有一个案子在这里啊。对呀，那已经重复了啦。不当刚才不要再处理了啦。黑的，刚才讲的是，这是最后才来的啦。对啦，所以有一点重复提案啦，重复啦，重复提案啦。哦，重复提案，忘记撤案了。所以我看37就撤啊，因为用20跟前面那个是并案表决，前面也是冻结20，啊，一样 啊，这个是三分之一，那边是20啊，有保留，有保留，叫什么东西啊？对啦，第户37啊，你要保留啦。那个是保留啊，啊你已经保留这个你就撤了啊，这两个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啦，好了，好那就撤了啊，来42，42到50都重复了啦，42到50都重复了，都刚才都已经讨论过了啦，哎喽，哎拢撤掉啦，这都一样的，都刚才都一一都讲过了，对啦。人事会啊，人员会啊，这个都讲过啦。42到50都是人事会啦，人员维持会啊，这个你跟他不能重复啦。不是啊，表姐只能够有刚才已经要表决了啊！现在这个要表决都一样案了，对啊，现在是并案，要怎么已经都有案了？好，你们整理一下。都撤掉了，有保留一样。你的321跟325都有保留了。对啊，人事。321跟不但当场的啊，321跟325，你的不但当场是保留要表决的哦。全部都一样，对，你只是删减的项目不同而已。那个有保留了，好了，43到40几，43到50都撤了啊，106了。好，现在啊，到五十，现在是106。台湾省政府，还有省市议会，这可以啊、哦。好，来这个收了，收了，这個、通过，这個、通过的主决议，啊，现在在哪里？有啊，什么42？什么啊？什么意思？42啊，42到50都一起撤了，42到50一起撤了。好，来，现在106，撤了，撤106撤了啊，108也撤，108也撤了。好了，阿丁不，啊111呢？111也撤了啊，撤了，廖，老廖。
一一也是他们的啊。省政府的啦，有。好了，快走，快走，来好了。一一也撤了。好了，市议长都来了，是吧？那一一三也撤了吗？好，一一三也撤。一一五，省咨议会一一五。他们要撤了。好了，撤了。好。好了，一五撤。好，一一五撤了啊。一二八，福建省政府。一二八，福建省政府在哪里？好，来，您是。一二八。好，来，怎么样？我们撤。好，撤，来了。福建省好，一二八撤。一二九。也是福建省政府撤了。一二九也撤。好，那。这一组还有呢？港南提出来的，港南提出来的那个表决，但是有的是刚才也有处理的，但是我们一个一个看，还要再一个一个看、啊、不要了吧？就是只有管内政的。啊这个在哪里啊？你没有东西啊？一百六十九是什么东西啊？六十九是什么东西啊？啊？先读本里面没有六十九啊？有六十九啊？六十九在？你刚才给我的资料有没有？那、啊、你每个人每一个党团都要拿一本给他，都拿一本给他们拿，不然怎么处理？这边你有几本？这只每一个人手上都有宣纸。好好好好好，那这样子，好，这只有七个案子啦，七个案子。好来，还有七个案子，大家请肃静哦。内政剩下七个案子哦，七个案子，大家哦，有没有这一本？宣读本上这一本大本的，现在哦大本的，例如啊哈、哦，那个廖总召有没有？好、哦、来，大本的那个，对上哎宣读本大本的有没有？我们先来处理第六十九内政第六十九，主决议赖世宝、江启臣两个委员的主决议，本来是照案通过，后来他们。党团把它挑出来，来，看到了哦，看到了。好，来，那我们六十九这个主决议啊、哦，大家有没有意见？念一下，好，念一下，来，是我们把它又拉，本来照案通过，我们拉起，我们提案先读本第六十九案，要求行政院。应于106年3月前明文规定各公股银行与总行及各海外分行设置专法，遵规定主管外亦应明定法遵人员专业程度审核标准，现职法资人员亦应同时重新考核，才能有效避免类似情势发生。怎么样？主决议啦，啊，你要不要？就是说要不要让主决通过了？啊，没有意见就通过啊。是民进党拉，是我们拉下来的。
就是这国民党的。哦。国民党提，没有意见啊？大上啊，你说啊，国民党拉下来保留，这你们的提案，你们拉下来保留。拉车案啊，我知道，拉车案，拉车案通过了，这些都是国民党拿下。啊，这个都是你们车案，你们的那就车案就好了，为什么要拉下来？对呀，那本来就党的派系，他本来是同意的，啊，本来是列第二列。现在是要车案了。是啊，那你们嘛，你们就撤案就好啊。对啊，本来要通过的、啊。我们都同这个民进党党团都同意，哦、那你们那就通过啊。要讲那个，我们讲也有道理啊、哦。三月份就要开始跑村，那明文规定来得及吗？是不是这个？哎，哦，这个都是国民，这几个案子都是他国民党团拉下来的，都是他们的拉下来的。是民进党拉的还是国民党？国民党。哎，阿老，不然你讲，国民党哦，认为做不到了，所以他们就算了啦。什么？他要撤案了、啊。撤案了，你们撤案就好了。撤案就好了。那你们六个就，那你们全部拉下来，这六个就撤案就好了啊。对啊。你拉下来就撤案就好，不然本来是要照案通过的。都是你们哎。都我们都照案通过呢，都同意通过了。撤案的不是这个商业商业维护了，哦，对了、啊，你们拉的啊？那、啊、你们通过了？你要讲哦，要讲好、哦。那现在就是要撤了，那公没有回头箭了。啊？妈，我们本来就是照案通过啊，是你们拉下来啊。好了，我们认认其成的就好了。这个是要被你们搞。哎呀，迄个这党这党拢恁来啦。啊，你讲撤掉就好了。啊，就伊若撤案就没事。没事。就全部都撤案了。对啦。199一样。本来赖委员是说啊，这个主决议啊，本来跟金管会讲好了，做了文字修正，后来金管会又说去表决啊。我们不要，我们就照案通过。所以我才说金管会有没有来嘛？那讲清楚说明白，那就通过啦。所以我就跟他说就通过嘛，我们没有意见通过，嗯，对。那你想想想，是金管会有意见还是怎么样？嗯。赖委员是这样告诉我的。那就撤案。你们没有意见，怎么就通过了？没有，我这个文字，这个文字，民进党有没有意见嘛？没有意见就通过了。106人三页，哪起码能做得到吗？做不到一年待期了，哎，主决议呢？不是我们了。我爸现在廖委员，廖委员现在是这样子啊、哦，现在我们有。69案、199、249、285、288、361、477，都是你们拉下来的。对呀、啊，我们都通过哦，都是你们拉下来。那你们要不然就撤案，否则就是照案通过的嘛。当时可能有表态的事啊，那我现在就把它归零嘛，重新来。这个决议你们同不同意嘛？同意吧，我们就好了，就过了。好，那全部就通过了哦。到哪里？所有案。到哪里啊？这个，我麻烦来看看，我一样有，我一样看他那搞这几案呢、啊？搞什么、啊？来，都是内政的。拉下来有六个案，那个走了哈。199、249、199、249、285、288、361、477，是你们自己拉的、啊，是你们自己拉下来的。好，人家要通过的。啊，他是一九是。那反正那通案嘛，当然拉下来没有错啦。199并通案嘛，所以那对啦，199并通案啦、哦，那没有问题啦。好、哦，199那就撤案啦啊。哎、哦。
249本来撤案啊。院长一个一个来，我因为是赖委员的案子，我要一个一个了解一下。对，好，第一个是刚才那个69通过。No， 哎，对，69 OK， 好，那就通过嘛，哈，好，来，那再199那个是通案了，那应该撤了。并案了，并案了。这并案的啦。并案要撤了。199撤嘛，哈，然后呢，再来。199要撤了。再来什么？那个大陆里位三。249了。249。对啦，这个本来就要拉下来通案的，对啦。哪里249？没有249啊。怎么样？249是委办会，这个也是统三的，也是要拉下来的啦。所以基本上我们有拉下来是对的。对的啦，引咎的还是对的。那几个案全部撤就好了，不必再讨论了。都是撤的。除了69，69要决议哈。要撤。69他说要。拉下来撤。可能是政府个拜托讲3月3。啊，但是要撤。3月开始最为符合换了。报告院长，来199嘛哈，对，吃到饱。前面你已经打了是修正通过改删100，那就100。对啊，对啊，那都已经处理了啦。好，好，那249是赖委员授权我来处理了，所以我就好一个一个处理。好，249是249是委办会本来就要撤案的。等一下我会看的是249。哎，我没有249。撤案本，哪里？啊，刚才处理过了，哦，被保留是不是？他已经撤案了，先撤案了。这是什么？在刚才我们处理是撤案吗？那就撤案呢。撤案呐。那285。285也是撤案了。285也是撤案。对啦，刚才都讨论过了啦。那就撤案，那就撤案。288。288。这有没有啊？288。刚才怎么处理288？刚才288怎么处理的？刚才的，哎。288是，哈？保留吧。288是保留了。那就保留。好，那我288保留了啊。好。那361。361。改删减。361在哪里？361了啊。361 OK。改删减怎么样？要不要删了啊？撤案就好了，那个没有多少钱嘛。通过改删减。200,000呐、啊，他通过改删减200,000呐、啊。哦，94改20啊。啊，怎么样？这个赖世宝委员同意的啦，对啊，赖世宝同意改删减200,000啦。OK， 他通过了。啊，通过，改删减200,000通过了。好，好，好，361改删减200,000通过了哦。477，哦，47改冻结啦。477要看没有？先读本的下册，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下册中赖世宝，金管会已经拜托赖世宝了，赖世宝咱不敢演。477，没有。改冻结，477的，477这个，我们原来是同意修正，改50。300改50啦，好了，300改50啦，通过了，修正通过了，300改5，477修正300改50，修正通过了。好，啊，附带37，附37这个是保留了，保留要。好，就这么的，就这么。好吧，来，没关系，你慢慢来。这不一样啊，啊，内政这样就结束了。不是。477现在讲的是修正签的，不是都处理了吗？不写错，看你确认，刚刚都处理过了，但是他处理过了就不要再处理啊。会处理过就好。有哪一怎么样？处理的477啊。
就是照刚才改五十，好，改五十，好，那内政哦，内政就还有哪里？民进党都处理完了啊，这个柯建铭、廖国栋、黄国昌都签名，这个就通过了啊。他说都处理完了。哈？因为改组建议，我们要宣读一下。好，来宣读，宣读，来你们来宣读啊。一个主有一个签过了案子了，主决议了，主决议了，来听一下。行政院主决议会落实节能减碳，促使各级行政机关严格管控水电用量。行政院应发挥带头作用，提出具体计划，积极采行各项降低能耗之技术与措施，以有效减少水电费支出成长。啊，柯建铭、廖国栋、黄国昌三个都有签名。那个高金委员，不是，那没有这个宣读之后还要给你签名呢。哎、欸，来原本哦，原本。好，那内政哦。好，来修正。哎呦，好，你念一下来。内政部营建署为推动地方道路建设，订定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市区道路。该计划延至1998年至103年底，其推动为期4年，经费300亿元之计划，并以106年度续编50亿元。为据审计部报告指出，该计划104年度执行率偏低，且部分直辖市未予纳入补助。建请内政部检讨执行率偏低之改进措施，并研议对各县市以偏乡、原乡财政平衡性及地方配合款比例之考量，与均衡城乡道路建设之合理性。哦，可以，可以，这个都签名了啊、哦。来，阿尼有没有签名？啊，有名有没有签？好，那这个就通过了哦，这个主决议通过。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内政的还有没有？好，如果内政没有哦，我们现在11:57，下午1点哦，我们处理外交，外交哦，下午1点处理外交，好、哦、啊，那外交过来就经济，经济过来就财政，好、哦，好。啊，那个刚才已经通过了，啊，你就宣读。好，等一下还有一个宣读一个主决议啊，航空警察局那个主决议来哦，请宣读。主决议依内政部检政署预算书所揭露之组织系统图，不论保警、刑事、民防、国道、铁路、港务等警察单位，人治警察通讯所、机械修理厂、警察广播电台、民防指挥管制所，预算均遵循预算法之规定，由警政署编列公务预算之应。反观隶属于警政署的航空警察局，该局预算却由民航事业作业基金支出，其支出性质上均属公务预算，却将其人事费、业务费等均编列于民航事业作业基金中，与作业基金凡经付出仍可回收回之本质不合。延请内政部警政署研议将航空警察局预算改编于该署单位预算下，以符规定。好，这就通过，这是江委员刚才的案子啊、哦，所以我们就通过。好，今天的内政啊、哦，我们就处理到这边告一段落。那请内政委员稍微整理一下，还有多少案，我们从全部处理完之后，我们回头再来检视一遍。好，那下午一点，外交。啊，不然下午你看我们还有7个呢。好，1点半。好了，1点半，一点半，好。好，1点半，谢谢大家，谢谢啊、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哦。我们从139案降到21案，我们为自己鼓掌一下啊、哦，已经降了100多案了啊、哦。好，谢谢，谢谢。
我们重新做一个宣告哦，我们下午好、哦、先审经济，再审外交，外交跟经济两个对调，好、哦，先请经济部相关的单位过来，然后再外交部一点半啊、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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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了。